报告委员会，我们已经达到出席人数，我们现在开会。那么首先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财政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11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11时43分，地点本院请先楼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郑明忠委员等13人，内席委员钟嘉宾委员等11人，内席官员财政部部长张盛和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主席系召集委员国勇。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邀请财政部张部长盛和就海关推动查验技术现代化执行状况及成效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经财政部张部长盛和提出报告后，具有委员郑明忠等13人提出质询，经财政部张部长等相关人员予以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行党完毕；二、委员徐正卫另提书面补充资料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财政部以书面答复；三、委员执行未及答复部分，请财政部及相关部会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四、委员执行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亦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通过临时提案2案，宣读完毕。报告各委员，请问大家对于上次议事录有没有异议？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确定。接下来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议程。邀请行政院主计总处驻主计长泽明率所属单位主管类型业务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首先向各位致歉一下哈，因为我感冒，那所以我今天戴口罩，因为避免传染给大家。那如果有咳嗽声音影响到大家，就先向大家表示抱歉。那么我们今天的议程呢，是邀请新任的主计总长到会里面来做业务报告，那说明他的施政蓝图。那么我们知道520这个新总统上任以后，那内阁有新组成，那有很多新任的首长，那本委员会呢就有3个对应机关是有新首长上任，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安排了这3位首长来进行业务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他们的施政蓝图。那我们今天邀请的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主计总长，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议程的安排。那待会呢主计总长会进行报告，那主席呢先跟大家报告，那这个礼拜当中呢，我们也会有新的委员加入，就是林元委员去担任这个环保署长，那所以有新的委员加入。是一方是委员，那待会我们会向大家做个介绍。那现在呢，因为我们的这个除了主计总长先到任之外，那其他的这些各单位主计总处各单位的首长没有，目前没有异动嘛，是不是？因为目前没有异动，所以我想我就不用再花时间介绍节省大家的时间。现在我们就请主计总长朱主计长进行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应邀列席贵委员会报告本处的那个业务概况的自感荣幸的。本总处负责这个政府预算、会计决算、统计调查及主计资讯业务，以下就仅就业务办理情形跟各位委员报告。第一个是预算业务，一是根据实施中审计划预算昼夜制度及筹编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那我们会按照这个106年至109年中层税出概算额度的那个，根据行政院本年4月27号核定的，那各机关在这个额度范围内的妥为规划各年度的一个施政计划的，然后这个本总就将会配合这个政府的施政重点，在行政院核定的税支额度范围内，依施政优先顺序啊的这个审慎的调整。另外，依这个预算法的规定的那个10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与附属单位预算及其中计表，在8月底以前送到大院审议的。那目前呢，这个本总处正在积极拟办中。
第二个是落实对中央落实推动中央对地方的补助制度。那本年度中央对地方补助的一个款项，在一般性补助及专项补助合并共编列1623亿。那我们会按照这个是中央对直辖市跟县市政府的计划及预算考核的要点，加强办理相关的考核事项，而且这会根据办理地方预算编列及执行的预警的机制，以强化地方政府的财政健全。第二个是有关于会计决算业务。那我们已经编制完成104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及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以及中央政府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第一期的特别决算，已经在本年的4月29号送到监察院，依规定送到监察院。那这个本年度的税入税出的差短，在第四页第一行。共121.57亿，以举借债务121.75亿予以弥平，这个是有关于特别预算的部分。那接着在第四页是第二点，是强化政府内部控制的机制的。那我们以这会根据这个102年度起的就各机关内部控制的一个声明书，在102、103、104年度提出内控声明书的，已经分别辅导这个6个、16个及118个机关。那我们将会这个根据办理这个其他的机关有关于内部控制的一个机制以及它的内控的声明。那第五页的第三有关于本总处统计调查业务的，那第一个是办理国民所得统计。那在上个礼拜五的5月27号办理国民所得统计评审会议审议后，发布了最新的资料。那本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初步统计是-0.68%，经季节调整以后的，对上季的这个 SAAR 会3.14%的。那另外一个预测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是1.06%。消费者物价指数会上升1.09%。那相关的一个资料，请各位参阅第五页的5页跟这个第七页的资料的。那也就是说第七页的综合考量的结果的预测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是1.06%。较2月份的预测1.47%下修了0.41个百分点。消费者物价指数受到年初的食物类价格涨幅的以及这个涨幅的偏高及去年基数比较低的影响预测全年的上涨幅度是1.09%的。那第八页的一个表一请各位参考的。请各位参考，那也就是在105年度的那个经济成长率的第一季，这个下修为0.68%，第二季大概会正的0.48%，第三季大概1.97%，第四季2.37%，全年大概是1.06%。第二个是办理物价统计的，那我们是按照实地调查结果编制各种这个物价指数。包括消费者物价指数、吨售物价指数及营造工程物价指数的，那个相关的那个本年1到4月有关于物价的，是因为油料、燃气类等价格续降，但是在天候不稳定的所造成蔬菜、水果的价格上涨，以去年电价比较基数偏低的影响上涨了1.77%，核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涨了0.8%。那相关的资料，我们可以看第九页的那个物价变动情况。接着第十页是编布国民幸福指数的。那根据预算法的规定的，这个本总处从102年创编我国国民幸福指数的，那参考 OECD 的美好生活指数的编定的。那第十页的最后
一段，就是在去年8月31日啊，我们公布的我国国民幸福指数啊，国际的综合指标是6.76分，在跟 OECD 34个会员国比较啊，以及跟巴西、俄罗斯两个伙伴国比较的时候，在36国当中，我国排名呢仍然是第18名。那就这个相关的领域的观察的时候，那所得与财富跟人身安全两个领域啊，是排序在前面的20%。那环境品质啊，是大概是比较是红灯在后面的20%。那这个相关的一个那个排名及它的分数，请参阅第11页的表3。接着第12页是办理人力供需各项抽样调查，那我们这个是目前的这个失业人数啊，在这个4月份是451000多个人，到根据表示的资料，那劳动力的参与率大概是58.6%，失业率的话是这个3.86%，不过这个大学以上的失业率啊是比较高，是4.4%，这个4.7%的大学以上的失业率较全部的失业率为高。第14页办理基本国事调查，这个是依照法的每5年必须办理一次农林渔牧业普查及工商服务业普查。那每10年办理一次人口及住宅普查，建立国家基本的情势的资讯。那第14页的最后一段，本总处扩政积极规划105年度的工业及服务业普查的各项作业，到至于10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方案及实施计划，已由行政院分行各有关机关配合办理，这个我们也已经办理各项训练跟各项辅导。第15页是辅导及推展地方公务统计业务，那个是到本年4月底已经依规划时程完成中央部会需地方政府提供公务统计资料查询平台更新维护地方政府公务统计方案等的辅导统计通报及专题统计分析各项业务，以提升地方政府公务统计的品质。第16页是办理中央及县市相关预算会计资讯系统作业，那我们将根据推动政府税计及会计资料的公开，以便这个各界能一站到位迅速查询中央各主管机关及所属的预决算书及会计这个报表的资讯。另外一个，持续推动地方政府移转使用县市公务预算会计及财政资讯系统等系统的，以遵结主计资讯系统开发及这个维运的成本，以降低地方政府的这个行政成本。第二个是办理统计普查及行政等资讯业务的。那目前的这个设立政府资料开放咨询小组，推动价值应用及便民服务，到本年4月底止，那个本总处已开放819项资料。那我们将会这个另外根据推动的这个示范内控声明书作业及这个配合的内控奖评机制，精进政府内部控制作业管理系统的功能。那以上是本总处近期工作推展情形，今后将持续精进主计业务，发挥主计资源这个施政决策系功能，以协助推动各项政务，敬请各位委员女士先生鼎力支持，谢谢各位。谢谢主计长的报告。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询答，首先宣告的是：第一，每位委员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第二，上午10点截止登记。那么我们首先请登记第一位的曾明宗委员质询。主席，谢谢。首先请主计长
委员好。主席长好，讨教您一个问题哦，就是您现在是新接任，您施政的愿景是什么？您首先最想做的三件事情，能不能利用机会跟大家做说明？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个政府的支出跟这个债务的余额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那第二点就是说修改财政收支方法，我们将会与财政部密切配合的，以平衡这个城乡的差距。第三个的，我们的这个公共支出将尽量配合创新就业分配的目标。谢谢。好，谢谢您提到三件事。依照我们主计总处的组织法里面提到了，就是第二条第五款，我们要做总资源的估测。所以我希望主计长你不要做行政院的会计长，你要作为评估整个经济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你要先看到这个趋势，看到趋势假设不好的时候，你要提出解决方案，你要做整个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先行的预测者，而不是只有做行政院的会计长。所以我请教您问题，假设你看到经济不好，必须采行相关的措施，您会不会跟行政院提出比如说追加预算的这么一个建议？就目前而言呢，并没有提出追加预算的一个考量，因为我们的财政情况啊，还是比较这个是紧俏一点。那我们希望是说，能够在这个公共债务的余额啊，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至于说我们会为了配合这个目前景气的变化，我们会调整想办法调整既有的支出的，以缓积极的方式啊的，让它能够经济能够适当的能够复苏。稳健的财政，我当然我知道非常的重要，但是因应当时的经济环境，必须采行的措施，我觉得主计总处你也要扮演一定的角色。你真的，我希望你不要做行政院的会计长。谢谢。今年的最新的预估是 1.06。您有没有信心？因为上个礼拜五才发布 1.06， 您达到的可能性高不高？这个 1.06 啊，是就我们目前的各项国内外的因素而做的一个预测的。这个预测的，假如没有一些这些外生的在一个影响啊，这个应该是可以，这个是说应该是可以预期可以达到的。所以认为保一没有问题，就目前来的一些数据来看的时候是可以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院长在明天的施政方针里面提到，未来每年度政府债务的成长率不高于过去三年 GDP 平均的成长率。然后我也想跟你讨教一个问题，要拼经济大概两个手段，第一个货币政策，但是货币政策从过去的降息到 QE， 传统的货币政策到最近的负利率，现在全世界有24个国家，也就全世界 GDP 40%的国家已经实行负利率，所以显示货币政策效果不大，有一定极限性。那财政政策的部分，您又限定在不高于过去三年 GDP 的成长率。我的问题是，货币政策效果不大，财政政策你又自绑锁脚。请教您，万一经济有重大的情况，您怎么拼经济？您怎么拿出您的财政政策？我必须跟委员报告一下，如果根据过去三年 GDP 的平均成长率的话，那政府的公共支出它还是会成长的，只要 GDP 有成长，而且债务的也是余额也是可以成长的。那我请教问题，是你有一套特殊的情况，会不会突破这个原则？有特殊的情况的话，我们会根据预算法的一个规定的，预算法有关于特别预算或追加预算的规定。所以您这个只是一个宣示性的效果。好，看下一页。您刚刚一直在讲政府的负债，
那我跟你讨教，现在政府的负债，财政部公布的负债是6.58兆，我想请教您，国际定义的负债到底有多少？我可以跟委员报告一下，有关于国际定义的一个负债的话，是这个事实上财政部国库署在去年已经有曾经有做一个估计，那他们是在估计的时候是有包括一些期末的一些所谓的应付款的这些包含在里面的，以及一些其他属于这个我可以给你就业基金说明的数字是6.8兆。那我给你讨教，我先，因为您有主计总数的管支出，那您刚刚一直在提到台湾的财政不好，我倒请教您一个问题，台湾的财政到底好不好？我觉得啊，目前整个公共债，如果依照一公共债务法的负债的话，台湾的负债的比例并不高。委员非常清楚，至于潜藏负债的话，我必须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潜藏负债啊，是那个社会保险的负债，它并不一定是将来是政府的给付义务，因为那个护照所谓17兆或18兆的话，将来是要由政府、保险人以及雇主来共同负担的，并不一定。所以我讨教您，依照国际定义的负债，台湾的负债到底好不好？还算是说不 还算是说可以，这个是并没有说不好。好，我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这个是依照世界依照财政部统计资料，你看各级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日本是248，美国是105，新加坡是98。新加坡是98%的部分拿去投资，所以财政新加坡是例外，中国大陆43%，我们37%，其实最新的数字是42%，韩国是35%，香港是0.1%。对照于像日本、美国跟新加坡，所以我问跟您讨教，台湾的财政依照国际的定义到底好不好？我觉得是并没有不好的，但是我们要谨慎，以避免说那个有发生最主要的就是说那些所谓的潜藏负债到底是不会变成真的负债。好，所以我的想法是，台湾的财政到底好不好，不能用常识去判断。我要要求主计总处，为了因应，给你报告。为了因应台湾地区中长期的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希望主计总处要参照 IMF 国际货币基金会还有 OECD 等国际组织的政府债务的定义，并参照其他国家的情况，比如说刚刚讲还没有提到欧盟，欧盟都超过每个国家都超过100%，而且做国际上的比较，三个月内提出报告，有没有问题？就是说把台湾的跟其他国家的比较，对，可以，而且是用国际的定义去做比较，因为台湾的债务到底好不好，不能用常识在判断。比如说您觉得不好，不好在哪里？跟国际上做比较，所以我要求是跟用 IMF。国际货币基金会跟 OECD 国际组织的定义，它 public debt 国际上债务它有一定的定义，而且跟相关的国家做比较，你才能看得出来我们的财政到底好不好。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按照 IMF 的定义，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没错，就要弄那个定义，没错。可是三个月啊，我没有把握，而且那个公共债务的那个法令的主管机关是财政部，那我们只能说根据主计处的资料的，然后做一个调整。我可以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的公共债务法是公共支出不够的一个融资。国际的那个债务的一个规定呢，是它像商业会计里面负债的那一个规定，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调整。对，那假设三个月没办法，您要多久？
我觉得那个还是应该由财政部。没有，财政部会要求，因为你管支出，我要的是希望您评估出来之后确认台湾地区的财政政策还有没有空间，因为这是很专业的问题，以国际上比较问题，你不能用尝试。比如说我刚刚一问你，你说台湾财政不好，但是你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台湾的负债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好不好，因这个东西不是用尝试判断，我希望用国际的定义跟其他国家做比较，才有办法来评估我们台湾的财政政策有没有发展空间啊。对，我可以跟财政部，我们可以跟财政部共同努力来做这个，是说把那个公共债务的定义能够接近 IMF 的定义。您可以问同仁，主计总处有研究过，没有问题。假设三个月不行，四个月好了，我跟你报告，我自己就有办法做研究，您没有问题，因为你这是这方面专家，就四个月提出来，因为这很急迫啊，万一下半年的景气不好，你要采行相关的财政政策，你要先回头去评估我们台湾的财政政策，你说不好，不好在哪里，跟其他国家做比较，你放心，我的理解，我们主计总处有做过研究，四个月没有问题。我可以试着跟财政部来提这个，就是在四个月内完成，没问题。是两个部会一定要共同的一个。他的资料，这些资料都公开的资料。对。主计长没有问题，我跟您报告，我自己都可以做研究，您更是没有问题。请委员也顺便指正我们的研究。你回去看看我们主计总处的观点，他就做过研究。谢谢，谢谢。主计长，你今天是主要备询的对象哈，你请坐，请坐。所以你上下台不必向本席行礼，一方面表示对你第一次来的礼遇，第二方面也节省大家质询的时间，所以你就直接上下台就行了哈，谢谢。接下来请登记第二位的吴秉睿委员质询。喂，你好。哎，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你呢？好，主计长好哈。这个刚刚你提到编列的统计数字里面一个幸福指数啊，国民幸福指数啊。事实上，上一届主计长要编这国民幸福指数的时候，我是反对的啦。那你想想看，你认不认同编列国民幸福指数，还拿来公布啊？因为这个指数的标准哦，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一致。如果沦为为政府擦脂抹粉哦，我是觉得我们新政府不需要了，就诚恳的面对事实的状况，有必要额外再去发布一个国民幸福指数，然后自己编的指数，然后来标榜台湾的国民幸福很高吗？你觉得这个有这样的需要吗？报告委员，我也觉得是跟委员的意见是一样，可是目前是在预算法里面有这个规定。预算法有这个规定，是指编列预算的时候工作参考，不一定要对外发布啊。那如果你有认为有需要，你们提案，我们也可以把它修掉啊。谢谢委员，因为现在的幸福指数啊，它是根据各部会的资料去汇整的。谢谢。不是，所以我是说，如果你现在是这样子嘛，因为这是你们主政嘛。对。如果你认为不需要编了，你认为因为预算法里面有这个规定，所以你要编，我们第一个可以修法嘛。是的。可以拿掉嘛。是的。第二个是，它是规定在预算法里面，是说在编列预算的时候工作参考，并没有规定要向对外发布嘛。好，那所以这中间考虑一下，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子啦。台湾特别去弄一个什么国民幸福指数哦，然后拿来那边擦脂抹粉呢，也增加你们主计处的工作量。谢谢委员。到底有没有那样的需要？我是觉得还是诚恳的面对现实。谢谢。哦，你看。编列的国民幸福指数这么多年，然后都成绩发布，都国民都很幸福。问题是台湾人民真正的感受是真的很幸福吗？跟委员报告，事实上大部分的国家目前已经汇置了。是啊，所以我是觉得我提供给你参考。我这样，因为以前四年我都反对了，但是当然反对无效，因为以前他们需要嘛。那现在我是觉得你慎重考虑好不好？如果你觉得不需要，可以把它废掉了哈。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努力，谢谢。好，第二个是说你刚刚有提到一样，说我觉得是不是你的职务，因为你管支出，
然后再谈到说这个在这个中央跟地方的财政在收支划分的时候，要如何让它能够啊，至少要能够让地方政府也能发展，然后也有它的财政的这个支出的空间，所以听起来是有要释放善意的意思，是不是？财政收支划分啊，是要我们的财政收支划分，我们现在正在跟财政部密切的讨论。因为林院长啊，他以前在当财政部长的时候，当时我在台北县政府当机要秘书啊，是的，他把原来的统筹分配税款哦，他把它公式化，对，然后把它分配到各县市去。其实当时也有很多人不满啊，他说：“哎，这个是私房钱啊，谁的表现比较好，我可以给谁。”本来有这样子的议论。但是因为公式化之后增值少，我觉得后来我认为说这个公式化是对的啦。虽然当时作为跟中央同样执政党的台北县政府会觉得有点不满，说哎，你是不是私底下可以多给我一些饼？但是后来时间久了之后验证，还是公式化是合理的。可是我在这边提醒你哦，你要让地方财政有空间把饼做大，这个我们大家赞成。可是新政府又不可能短期间不可能加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的。那除了制度面之外，我还要提醒你一个我一直在问的问题啊，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它到底有没有纪律？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啊。如果有地方政府的支出，我不管他党派，他根本就违背了财政纪律的基本要求，然后一天到晚来中央政府说我没钱啊，你给我调度啊，不然想办法给我钱啊。等等这些哦，我是很有疑虑啊。是的，我举一个例子，我已经问了很多年了。你了解苗栗县政府到现在他超额约聘雇技工工友还有多少人吗？我目前没有这个资料，我可以去查的，要跟委员报告。在我去年咨询的时候，有1700多人。主机长，你以前曾经参与组织再造的这些开会哦，我讲的是编制超越编制原额的哦，他编制内还有原额哦，合法的范围内他有原额，技工工友约聘雇他本来就有法定原额，在这个法定原额之外，他另外又超额1700多人呢、啊。以我的咨询哦，审计部给我的资料。这些人一年多支出的市政苗栗县的这个人事支出，光这些超额的6-7亿啊！所以，如果你地方政府的财政纪律没有办法严格的把关，至少要有一个最基础的公平标准，否则的话，多花我就多来要，这个不是办法，这个不是一个有纪律的，这不是一个也不公平啊！因为如果你可以约超额约聘雇这么多的话，那我其他地方政府为什么不行？你的人口苗栗县的人口才50几万呢、欸，那如果照这样的标准，新北市政府要跟超额约聘雇要近万人啊，那几大个都提来分发薪水啊？我们以前说，哎、欸，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超额约聘雇？我们是给他推想，这个是推想，没有证据啊。选举的时候欠的人情债啊。请你支持我啊！啊，你的小孩没地方工作，那就到县政府来啊！严重到一个公文要好几个工友在送、啊。我觉得我们中央政府有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财政纪律的问题？根据这个财化法以及这个所谓的公共债务法，都有一定的规定的。那我们会这个是跟财政部共同努力来去执行这个规定。我跟委员报告一下，目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说预算法的规定的，它的那个所谓的经常门一定要能够有，不能够有赤字，所以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他们就会虚累这个税入，像补助收入了或者机会税的收入。当然会虚累收入，这我们知道。那从苗栗县刘县长到现在徐县长，都一直有存在财政的很大的问题。是的。那序列税入现在已经列不下去啦、啊，然后当然苗栗县议会也要负一些责任，他在监督上有一些问题。但是你想想看，他现在序列税不列不下去之后，他现在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工程发包，由银行支付，
然后连那个利息的那个倒扣都是要厂商负责，然后人事经费他每一个月按时发给有困难，伊即马就是讲，我伫里遐死哦，你看啦，啊，你地方政府要不要给中央政府要不要给我处理啊？他现在说法说啊，不能够特别给他钱，然后他说那我就用调拨的、啊，我用调拨的，我要调拨下半年的，调拨明年的，调拨后年的，问题还是一样存在啊。你没有办法去叫他把那些超额的约聘雇机工工友全部都停掉的话，这个问题还是存在啊。是的。那问题存在到底要怎么解决？目前他们也往这方面的努力。有啦，我听说有努力减了两三百个人，但是还是超额很多啊。是的。那既然是超额的，为什么不能够全部处理掉呢？有些可能会跟那个契约有关系啊，有些他确实业务啊，因为有公共支出的扩大。啊，你这个外行啊，约聘雇都是一年一聘的、啊。我知道是一年一聘。啊，一年一聘，徐县长上任到现在超过一年了吧？是的。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刚刚的那个利益是很良善，大家来谈这个，行上的啦，基本的规范标准啦，这个大家都很会谈。但是到了落实的执行面，他不照这样做，你也没他办法。我问审计部说，审计说有了，我们移监察院了。啊，监察院是怎么样？监察院对机关，他根本就不怕啊。你纠正机关，他会怕吗？完全没不在乎啊。所以这个问题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解决？是大家要集思广益。你要给地方政府相当的财政的收入，让他可以做一些正常的发挥，这个我也同意。但是你要不要有什么样的条件，让这些条件不履行，而且这个不履行是恶意的时候，是可以做得到，让他不去履行的时候，你要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不然的话，他现在每一年还有那么多人事经费不停在流失，然后一天到晚在跟你叫说，我钱不够，你多给我一些钱。财政收支划分不公平，他要多拿一些钱。如果照这个花法哈，如果没有财政纪律的观念哦，你多给他给哦一给细啊，给哦一给开嘛。所以问题讲得很清楚，你们在考虑这个收支划分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些强制性的规范啊，也不能够说是哪一党啊，跟执政党同党就没有关系，在野党就修理，不是这样的意思。每一个地方政府的标准应该是要一致的，是的，好不好？是的，我要加油哈，谢谢。谢谢。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质询。谢谢主席，马上请找请主机长。喂，你好。哎，主机长你好。你好。那个有几个问题请教您一下，第一个是，我知道主机总处他执掌的是税入统计还有会计，那我大概拜读了您在2002年左右写了一篇文章啊，叫做《我读中华民国主计史》的感想啊。我读了这篇文章，非常感动啊。您揭示了三大原则啊，必须要超然、连环运用、连中组织，这个是您对于主计工作。那我相信你也知道，主计总处所公布的各项数字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影响力，对整个国家政策的制定以及接下来很多相关业务的推动都非常的重要。那因此我相信公开透明、预测准确、实际反映真实，应该是您可以认同的理念。是的。不过我想附带请教一下，中国主计协进社跟主计总处有什么关系？
中国主计协建社它是一个社团法人，而且它的办公室跟主计总处是一个分开的。对，我知道。它的钱从哪里来？是由我们那个发表一些刊物的以及各项的捐赠的钱，到跟我们主计总处的预算无关。它的人员经费都是独立的。对，那目前在中华主计协建社里面有多少董事是主计总处的同仁？据我了解，我是目前他们只有两个人，而且他们两个不是主计总处的编制人员。没有啦，我说里面的董事有多少是主计总处的人员？我现在直接念啦，吼，这是我自己对出来的，跟今天的出席表，有吕秋香、黄淑娟、李国兴、杨明祥、林秀敏、蔡鸿坤、潘成武、林世杰，应该今天通通都有出席嘛？是的。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主计总处所控制的财团法人，这样讲对不对？他是一个社团法人，那我们是一个社团法人吗？应该是一个财团法人吧。本来你们捐助，对不起，是个财团法人。本来捐助是600,000，现在登记是3,000,000嘛。那里面的董事几乎都是主计总处的人嘛？对，因为主计是比较一个专业的，这个我了解了。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说，因为我看到这个中华民国主计史，我就发现了这个中国主计协进社，我就对这个财团法人很有兴趣啊。结果找了半天，我发现说他相关的预算跟决算也事实上没有受本院的审查嘛。理由是因为他财团法人已经被稀释到50%以下了吗？啊，不，对不起，他一年的收支大概只有300多万元。我现在不管他一年的收支有多少钱啊，这个是不是主计总处控制的？我们是说我们的人员在那边当那个所谓的那个董事啦，因为是他是具有一种推广主计业务。这个我都赞成啊，像编中华民国主计史，我就觉得非常好嘛。我现在不是说这个财团法人有什么弊端，您不要紧张。现在我只是要搞清楚说我们的主计总社跟这财团法人的关系。那我看他实际上面的业务跟人事都是主计总处这边控制的，但是在相关的预算决算我从来没有看过，所以我推想他应该是基金额被稀释到50%以下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那我现在要的很简单，你可不可以把这个财团法人过去2-3年你们在董事会审核的决算跟预算提一份给我看？可以，可以嘛？好，财团法人本身就是公开的。就像我刚刚跟主计长啊交换过的，我觉得数字本身，因为我自己以前虽然在做法学研究，但是我在搞的基本上都是实证分析，有大量的统计的模型在帮我评估我国法律制度它运作的成效。那因此，我对于主计总处所做的各式各样，经济成长各式各样评估的 model， 我都非常非常的有兴趣。因为你们只要估不准，或者是你们呈现出来的数字没有真实的反映真实的话，那对于整个国家政策的制定啊，会造成相当大的妨碍。我之前跟前主计长石树梅有交换过意见啊，就是我们在呈现我们的贫富差距的时候，都是用五等份的方式，过去长久以来，通通都是用 Gini 在做，通通都是用五等份的方式。这个图可以看得出来，我国的贫富差距事实上没有扩大，非常的好，一片祥和，但是跟社会上面绝大多数人的感受差距非常的大。同意。那理由在这里，我们如果用20等份，看出来就变成是这一个样子，这个才是真实，这个是粉饰太平。那因此我也跟石主计长交换过意见啊，就是现在世界上面顶尖的经济学者，他们建了一个叫做 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 台湾也有资料库，这个是用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他们用的税收资料去的。我现在只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主计总处未来在公布家户所得的资料的话，可不可以再更细分，不要只有给五等份这么粗的数字？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目前的那个样本数只有16,000多户的，如果再细分了，我怕它主计太小，没有代表性。不过我可以
按照这个没有关系啊，你把你的抽样方法，你把你每一个集聚的 sample size 全部都公布出来嘛。那受过训练的社会科学者，他会知道说在什么样的程度范围之内，这个资讯是可以被用的，包括你抽样的误差全部都可以算进去。现在我只要求你公开资讯而已，包括 sample size 是多大，通通都可以公布啊。可以，可以，我们往这个方向努力。不过我因为我并不是要你去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指标。对，我现在要求你做的只有公开资讯。公开资讯了以后，那些 data 要如何诠释，要如何计算，如何进行计量分析，这个是学者的问题。所以您承诺可以公开，没有问题吗？现在的样本本身就是公开的，跟委员报告一下。现在我从那个财政部的网站上面全部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资料，你确定吗？是找到还是？我怎么过去几个月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如果现在找得到，是我没找到，我会后再请、我会后再请教你们。可以跟主计处要。可以跟，但是你们不主动公开。中央研究院社科所里面也有。不是啊，我现在要的是要你们主动公开在网站上，让大家都有公平的机会可以去 access 这些 data， 有这么困难吗？对，我必须 跟委员讲，因为里面会牵连到个人资料，那个司法性会有不同的。这个怎么会有个资法的问题啊？我早就去识别化啦，我全部都是 aggregate data， 我现在不是要你单笔列出来耶。全部都是累积起来的 data， top 10% 的有几个人，他平均的 income 是，他平均的家户所得 income 是多少？这个怎么会有个资法的问题？好，我们可以往这方面的努力了，让每个人都可以来申请。没有，你现在还是说每个人可以申请，但是公开你们还是不愿意吗？那具体的理由是什么？我到现在没听出来。我们可以公布那个一个主据一个主据的资料，但是不能公布一笔一笔。但对对对，我也没有要你公布一笔一笔，我只有要你公布主据，但是主据细一点，不要再只给大家看五等份的，这样有没有困难？因为我必须跟委员说明一下，如果主据分得太细的时候，有些人就知道说那个主据里面哈。拜托，你从五等份分成十等份，变成二十等份，那个个别化你要怎么标示啊？今天我如果不懂统计，你要骗我，我还没有关系，不要讲这个外行话。主计长，我非常尊重你啊。我们往这个方向努力了。好，第二个吼是，我相信大家吼都很关心经济成长率的预估，因为这个预估会牵涉到很多数字。那事实上，在199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学者吼透过主计总处实际公布的数字，跟你们之前的预估，他透过 model 去算，发现偏差值非常的大。那我现在在给你看的这个图吼，是2011年陈怡婷 et al. 他们四个人针对于你们所公布的预测值跟经济成长率的实际值跟预测的误差，他所拉出来的，从1995年一直拉到2010年。那你可以看得到哦，就是当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你们误差的偏误值会特别的大，而且特别大的方向是往乐观的方向去做。那我想要请教主计长的是说，你们针对你们现在所用的总供需估测模型有没有修正过？啊，那个模型是不是能够公布？有修正过，而且那个模型可以公布。好，那请你们把修正以后的模型公开出来，让大家知道。那这样子，因为我知道你们里面有两个啊，一个是模型的数字，一个是专家主观的调整。现在我最害怕的是专家主观的调整，因为如果是真的很有经验的专家主观的调整，这个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是要帮政府粉饰太平的专家主观调整，这个就是大家所担心的现象。那未来要检证，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把 model 都公布出来。那未来大家可以共同的协助主计总处，把你们的 model 修得越来越好，然后能够提升这个预测的准确度。谢谢委员，因为、那个有误差都是外生变数的影响。对啊，
所以我现在就要进一步请教你哦，这个是我们经济成长率的图，这个是你们秀出来的嘛？那我看了你们五月哈、哦、做出来的 forecast， 跟二月石树梅主计长给我的 forecast， 就是给大家的 forecast， 我现在做出来的比较是，你们现在经济成长率从 1.47 下修到 1.06 了嘛？对。那我看里面所有的数字偏差值哈、哦，事实上感觉比较大的是政府投资，本来预测的 6.34 到 4.24。那公营投资从 2.83 下降到 1.71， 请问最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预测的偏差会差距这么大的理由是什么？是你们后来所收到的资讯有改变是不是？对，因为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们的政府投资讲老实话它的那个值不大，所以稍微的变化就会影响很大。第一季下雨天下的很多，所以目前第一季啊，因为有下雨的原因啦、啊，所以他那个工程的那个进度比较慢，所以才会往下修。没有啊，但是你现在往下修也不是只有第一季啊，你到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基本上都是呈现相同的 pattern 啊，特别到第四季的时候，从 5.1 下修到 1.94 啊。对，因为县市的那个。不好意思，我时间到了哈，我只能拜托主计长哈，是不是可以请部内的同仁给我简单的一个说明哈？好，从二月的预估到今年五月的预估出现的偏误，它那个差的外生的变数的数值差在什么地方？可不可以让我知道？好，我们会后会去跟请我们负责的同仁去跟委员报告，谢谢。谢谢。接下来请赖世葆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先进，请一下主席长好吗？喂，你好。好，主席长你好。这个大家都知道，主席长的重要的职责当然是管政府的支出了哈。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头戏，大家都在看了哈，就是每年要编这个每年的国家总预算嘛哈。你现在开始编了没有？对，目前在编，正在编嘛，哈。对，那个 size 大概我们原则上，我们上一届第八届的最后一个是编到1.9兆嘛，哈。1.9兆。今年有没有可能到2兆？应该不会，因为我们的那个今年、去年的财政的赋税收入不错，今年我们没有把握有那么多。那我们目前还在跟财政部协商，我们的估跟他们的会有一点差距。因为上一的最后一个会期，那时候是财政部的税收是大幅增加，增加了很多。可是我们没有把握说2016年度也会这样子。你比较保守是吧？我不是比较保守，是财政部保守。就是许部长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我不是说许部长的问题，因为我们认为还有正成长，他们认为可能会负成长，税收负成长。对，那个因为林权院长啊，他已经定调了，而且媒体给他标题下得很大，不当败家院长啊。当然，也要算他账，当然就会跟你算一起算账啊。那么你刚刚我提到总预算了、啊，那个所谓的 priority 啊，这里面那个饼就这么一大块嘛，哈。不管你1.9兆或者甚至于到2兆，我相信不应该到2兆了，不应该到2兆了哈。对，不会啊，不会到2兆。对，那1.95兆有吧？我这个要看现在不知道，要看财政部裁员能够、啊。第一个最大的那一块是哪一块？还是社福吗？对，还是社会福利，还是社福第一嘛？对，经济发展放第几？经济发展大概15%-10%哈，大概13%，大概排第三、第四哦。13左右，大概排第三、第四哦。对，你会不会担心呢、啊？我们呢，一方面你可以看到给老百姓的看到是什么？是说我的经济成长率不断往下修，然后呢，右边是这个正常，这个政府是 do nothing， 经济发展支出还要减呢。我看听你样子要减呢。我同意委员的观点、啊，可是因为我们社会福利支出啊，是有很多都是法定的，然后又是。
另外一个很高的教育的支出的，它 也是有教育经费法的一个限定在那边，所以我们的弹性呢就会变成说经济发展有限。那你这样讲，那经济发展应该搞个什么法喽？那不然那经济社会第一，我们没有意见啊，但是你不能把经济放那么后面，所以你告诉老百姓的说，哎。这个 GDP 往下修是下雨，这样听不呢？因为前面那个是华电的，你还听不懂啊？的义务支出，你还听不懂啊？对不对？说下雨影响 GDP 支出，下雨也可以增加支出啊？不是，这个呀，这个会有害于 GDP。我都认为下雨有助于 GDP 啊。我只能说，因为工程被延后了，所以政府部门的成长没有那么快。好。所以你就是呼应林院长所提到的，那么未来的债务，即便有债务的话，最好不要了哈，不会超过2%，是吗？我们大概设定的一个目标就是过去三年 GDP 的一个成长率，那目前过去三年的一个成长率的确是2%左右。嗯，那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按照这一部分来编了，我是比较遗憾听到说。结果你现在已经定掉了，说经济发展是会负成长哦，听你的口气好像负成长哦，对吧？好像这个样子哦。我差点没错嘛，哈、哦。没有了，我是说，因为前面的支出是一定划定。我了解啦，嗯、啊，你也可以把经济成长支出增加啊，国王遇上个救了呀。我那个国家的，这里面该当然会。国家的安全呢、啊，也国家安全重要啊，雄用啊，这面在一定的考量之下，对不对？经济发展要把它放前面啦，主计长，大家在看啦 ，GDP 啦，我可以给你一个数字啊，为什么这样讲？你可以看嘛，就经济发展不好，所以呢，我们的薪资15年来几乎都没有成长嘛，对不对？有个数字啊，有个数字，台湾的年轻人哦，20岁到35岁的年轻人，有62.3%打算出国工作。问他们为什么要出去外面，原因只有一个，89.2%，将近90%，受访者表示台湾薪水太低了。朱局长，你敢没？你当教授当很久啊，对不对？这个台湾的低薪问题很严重啊，好的人才20到35，我们的精英60%以上要出国干什么？去工作。我不好意思讲说去当什么了、哦、但是去外面工作，这里面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啊？我们有没有必要把大家所关心的基本工资再往上调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基本工资的调整、啊、我必须说明一下，劳动部有一个委员会的、嗯啊、那个委员会、啊、我们会尊重他的决定。嗯，那个不够了，其实应该认真思考。我一直想听到你的答案说，说干脆立个法吧。这个林权政府准备要立喽，我们有几个委员有提案喽，我们叫基本工资法，它叫最低工资法，林院长准备立喽，哎，所以你不要这个回答打错喽，方向弄错喽，林院长只是往这里走，是啊，朱局长，谢谢指教，啊，朱局长啊，啊，另外一个、啊，请问你啊，你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公布一些数字了、啊、哈，大家都讲说台湾的贫富差距很严重啊，等等等等的、啊，台湾的贫富差距到底严不严重？你说，哎。如果是有五等分位资料的话，我们并没有比其他的一个国家跟其他哪些国家？像美国啦，美国、那个即使中国大陆啊，我们都是比他们的数目之好，甚至韩国，我们都比他们的好啊、即使是最高那个集聚的那一群人呐、啊，到。那我们发现到也是比美国的那个所得集中啊还没有那么的严重，因为我们的尤其政府的一个社会福利的支出所发挥平均财富的一个力量啊还有一定的功能。你刚刚提到五等份啊，是的，因为我们有不少的这些的伟大的人物一直在挑战你这一点了、啊，说五等份太粗。
你要不要回应一下？我觉得也可以用那个中研院朱静一的一个研究啊，他利用财税资料跟其他的一个资料啊的这个是做高等，就是高所得的那个阶层。那我发现到那他所做出来的研究跟那个财政部啊那一个财税资料的数目值是接近的，所以我们可以请是不是相关部会也可以？其实五等份为什么五等份？因为国际都是五等份嘛，对吧？国际都是五等份，你要跟国际比较嘛。国际用的不多，十等份、二十等份的不多嘛。你当然分的越多，你跟分一百等份，哇，那就很严重嘛。那就你们就看单的嘛，就看单的台积嘛，我们都了解嘛。为什么五等份？国际都是五等份嘛。对，我是说国际间五等份，可是高所得阶层的话，我们可以增加。其实该做的是一个，我不知道统计总处做了没有啦，说不定你们做了，我们不知道而已啦。该做的是，因为你们是用所得来分嘛。对，有些是不劳而获的，比如说这个遗赠税、遗赠方面的，比如说有些是靠房地产增值的这些，所以真正要看的是什么？你应该做一个不是所得的五等份，而是财富五等份或者财富十等份，有没有可能做这个财富？我们有五等份的话，不财富有没有？问了没有？我先问你，报告财富的定义哈。有时候是很难定义，因为你去定义啊，就跟大家讲，因为财富目前集中在那个怎么样，房地产，房地产要加进来啊。房地产的时候，那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就以你去定啊，你去定啊。就以我为例的，我三十年前的房子400多万，现在变成号称4000多万，现在变成号称3000多万，我觉得我是不是财富有增加？我感到怀疑，所以用财富也有它的困难。最大的我们的失真不是在几等份，而是在只有你看一个所得，没有把其他的财富加进来，特别是房地产，这个才是真正的 key， 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你刚刚讲得很好，你原来400多万，现在变成3000多万，你去问一问，说不定已经4000万了，涨10倍，对不对？但是就以财富来讲，当然你现在把算4000万了，怎么可以算400万？就简单的呀，就是现在你拥有的财富，包括房地产，包括你的所得，包括你的股票，其他阿布兰登全部加起来，那价值几何？那是财富。用财富来的话，不管五等份、十等份、二十等份，就一目了然，贫富差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是也有些民众会认为财富啊，也不见得是很好指标，但是两个可以互补。请问你可以做一个研究给我们吗？财富把房地产加上去可以吗？评估看看好不好？我所知道你们已经想做了，但是你们做的结果我们并不知道了。书记长，我们也许等那个相关的资料成熟以后，什么叫相关资料？什么叫相关资料？像有关于那个是怎么样？现在都实价课税了，现在都实价登录了，都已经，我可以告诉你 ，it's about the time， it's ready。我必须说明一下金融资产哈，有时候那些负债我们很难掌握。嗯，负债加了。对，因为你要搞财富的话，就是有债权债务，要以进。去研究一下吧，好不好？房地产纳进来，把房地产纳进来。最大的失真是因为房地产没有抗力在里面，所以大家觉得都哇，贫富差距这么大，结果的数字都看起来都不大。最大原因就是在房地产。是的，谢谢，谢谢。接下来请余婉如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先进，大家好，有请主计长上台。委员好。主计长早哈。早。对，就是刚刚有一些委员哈质疑说我们这个新政府不太会拼经济嘛哈，那我想问主计长哈，你觉得 GDP 还能够代表我国的经济的现况吗？的确，倒是它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指标，可是就目前世界各国来讲，它仍然是一个可以有一个共同比较的一个标准。是，那我刚刚我也在听了很多场合里面哈，林权林部长有提到，就是说哈，我们这个新政府哈，不但要拼经济，还要拼社会进步嘛哈。那这个社会进步到底怎么样来衡量？那主计长，你心里有没有一个指标？
这个社会进步的时候的，除了一个硬体的指标以外，我觉得还有应该有一些软体的指标。是，所以我这边想要跟主席长分享的，就是说早上吴秉睿委员有提到哈，这个幸福指数就不必了啦哈。我觉得我们政府不需要这个来去帮自己化妆哈，但是有个指标想要推荐给主席长。是的。那因为我也是算是新时代就是的这个人口，所以我们的观念对于 GDP 也在改变，因为 GDP 不能够衡量我们一个国家的一个进步指数。好，所以现在目前社会上国际上有一个新的指数叫做 SPI， 不知道主席长有没有听过？我听过。有吗？就是 Social Progress Index 吗？对。好，那我非常建议说这个主计处未来能够采用这样子的一个指标来衡量我国的这种各项社会进步方面的这种成就，好，或者是做不好的地方。因为这个指数不是只是想要秀给别人看，重点是说我们新政府要拿什么指标来衡量自己的施政措施。对，我们会考量一下说，如果国民幸福指数啊的这个指标不奏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用这个。因为我要跟委员报告，我们主计处的人员终究是有限，因为目前是他们的工作已经很重了。对，是。那这个我想问一下，就说哈，在这个部分刚主席长提到说你们会考量，那大概何时会开始采用，何时会开始公布这个社会进步指数？这个我必须跟委员报告一下，国发会也有在这个在往这方面这个努力。那我们会根据国发会，因为有些我们要的那个是跟国发会的一个业务会有重叠的部分，那我们会跟国发会共同的努力。希望主席长能尽快哈，不要我们在这个带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人家觉得我们没有在做事哈。是的。另外第二个问题想要请问主席长是说哈，这个林部长他有提到这个林院长有提到这个就说我们的这个 GDP 可能没办法保一了嘛哈，可是我看到你们最近公布的哈这个今年的 GDP 哈预估是 1.06， 所以我想问主席长是说，那你看到哪些数字哈带来这样子的一个推估？因为我想知道说在台湾还有哪些动能啦。对，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并不是说要采行某些政策才有这个一点这个零六的这个指这个数目字。那我们是根据说外销的情况啊，它实质的量已经在增加，虽然外销的金额在那个下降，可是它实质面已经在增加。而且根据这个相关的一个统计资料，工厂的加速以及工厂的那一个它的新登记的工厂啊，新登记的工厂较去年四月啊有所增加，大概13%。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那个申请登记的工厂的面积以及设备的面积也有增加1%，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是往比较好的方向。另外一个根据这个相关的一个大的一个科技业啊，他们的法说的时候也有比较好的方向。因为有些存货啊已经是开始去化了，这开始要补存货的一个生产。谢谢。哦，所以了解，主要是提到就是说外销的出口的这个潜能，然后还有工厂的这个新登记的加速，还有就是说这个科技业的这个面积，还有科技业这个存货在消失嘛？哈，对对，了解。那另外还有问一下，就是说哈，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已经通过了嘛？哈，我们现在目前税出是1兆9000多亿，那税入是1兆8000多亿，哈，那这个短差就是税出税入短差大概是1535亿元，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新旧政府有不同的政策，所以我想问的是说，如果这个林权内阁对于前朝的政策有不同的意见，那预算执行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空间？对，事实上我们在上个礼拜，事实上两个礼拜前呢，到这个我们不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发文给那个各单位的，希望就这个新政府的那个目标，去他对既有的一些原来编106预算的时候的，那我们可以他做一些调整，以便符合新政府的创新就业分配的目标，一切以这个是什么增加 GDP 的复苏以及就业这个方向去着手。另外一个对105年度的预算呢、啊，我们希望在同样的计划之下，以缓济急的能够是怎么促进就业跟分配
的一个方向。谢谢。是，那有没有什么困难？目前并没有所谓的反应困难。为什么本席要这样子问哈？对，我们教过部会6月20号以前要把那个资料往上报。嗯，为什么我要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哈，就说我们新的政策马上大家对我们期待很高哈，可是如果后面的这个子弹没有支援上去的话，哦，我们就是捉襟见肘嘛，可能施政新政也推不动，这是我非常担心的哈。那希望主席长这边一定要把你看到的事情赶快跟大家说哈。是的。那再来，我想问一下，就是哈，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数据，就是我看了一下那个敦寿物价指数哈，去年这是连续20个月走跌，进口物价年增率更是连22黑哈，但是我们消费者物价指数却从去年开始连续上扬，好。包含今年2、3月份的涨幅分别达2.41、2.01、1.88，就算不含能源，或者是蔬果，鱼这些等等，也要也每这个2、3、4月的涨幅也有0.84、0.79跟0.92。请问你这是不是在统计上未纳入哪些重要因素？最主要的因素啊，是因为那个短期的因素，主要是寒害跟下雨，有就是蔬菜水果的原因。的啊，这个是最主要的因素的啊。那可是水果啊，短期内大概还是会没有办法下跌。蔬菜已经慢慢的已经那个涨幅已经下跌了，跟委员报告。是了解哈。那最后一个想要请教主席长，就是哈，我们现在目前看到哈，中央跟地方的政府。很多的施政当然也是为了要满足这个社会的需求，甚至可以说是讨好选民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预算是重复编列，中央也编，地方也编，而且蛮扰民的，尤其是有关这种补贴啦或是津贴这部分，好，重复的非常严重。那主席长，你觉得该怎么办？我们在补助地方的时候，不管是计划型补助款或一般性的补助款，我们都会对于它严格的一个审核它的计划。啊，另外一个有关于那个财政部跟主计总处都有一些考核指标，我们会往这个方向更努力。是，因为哈，这个预算来讲哈，如果说不把它能够统一的话。不但就是对人民来讲，其实也很烦扰。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办公室处理到的哈，中央政府他们有这个生育津贴，地方政府也有生育津贴嘛哈。结果一对夫妻，一个住在新北市，一个住在台北市，结果这对夫妻领不到生育津贴啦。好，看得到吃不到哈。那像这样子的问题，不只出在这个生育津贴部分，还有很多很多的相关的这个政策都是一样的哈。那看我们那个台湾过去主计处这边哈，其实没有做好一个把关的动作。好，我们一直不断的扩大我们的财政支出，但是重点是说，好，已经有数据证明了，就算是补贴津贴，台湾的生育率也不会提升啊。所以我要讲的一件事情说，好好善用这预算，投资在人民真的需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上面啦。这是我想跟主计处讲的哈。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哈，我有稍微在认真的看了一下你们主计处的所有的这个 open data 的资料哈。是的。当然我觉得说其实做得还不错啦，还不错哈，给予肯定哈。但是我觉得很多现在哈，人民问政的声音很高。好，大家都每天都在看着我们政府，所以说相关的数据跟资料的释出还是要再加强，再拜托主计长了。好，好，谢谢委员，谢谢主计长，谢谢。谢谢委员指教，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请施益芳委员质询，我特别介绍一下哈，施委员是我们财委会新委员，他是地补李应元委员哈，今天是他第一次质询啊，欢迎您。接下来请质询。有请主计长。主席长好，委员好，我有看到你的业务报告。那针对你的业务报告里面，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就是在105年的2月曾经提出 GDP 的预测值，那当时的预测值是 1.47%， 那这个月又提出预测值，那这一次的预测值是 1.06%。那当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哈，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算一下，就是说这个的误差率有达到多少？这个原则上我们是说误差率要看那个实际的结果的，而且那个假定的条件的，那我们是说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不应该有很大的误差。那误差的原因，到以往误差的原因都是因为所谓的外生变数了，就是像国外的那个对台湾物品的需求了，或者是油价的变动了，这方面的原因。谢谢。那当然了，就是说在上一期的那个提出来的那个预测值，当然不是你认定哈。不过如果每一次的那个误差率都是那么大的话哈，那是不是说在这些评估的委员会啦，或者是审查会里面有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那是不是你可以在往后的时间，大概多久的时间，可以比较一下，就是世界各国比较先进的国家，他提出的那个 GDP 这个部分，它的误差率大概多少？他们的误差率也不会比我们的差，就像他们最近呢、啊，也有些大概一再修正这个比例的，像修正这个所谓的成长率，啊，就国内的话的也是他们的误差，我不好意思说哪一个单位，他们的误差就是说修正的情况比我们更多。那另外哈，另外就是说在去年的第四季哈，也提出了一个短期的振兴经济的振兴方案，对，但是从第四季跟今年的第一季哈都呈现是负的。那代表说这个短期振兴的经济的振兴案是没有帮助的啊。对，不过就某方面来讲啊，因为它所谓促进一些消费品的话，多少有一点正面作用，也许它可能会更大。而另外一个它比较下降的原因呢，就是我刚才有提到那个外销的情况变得不好。啊，还有一个今年的那个年初的时候一直下雨的，那个营建业啊一直是在停工，所以他的那个会比较说不大好啊。这个委员比我更清楚，谢谢。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在新的政府里面，过去短期的振兴方案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那这个错误就是说你在固定的资本的投入里面你是不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虽然你在短期的振兴方案有提出来，但是实际上它被那个固定的资本的投入太少的原因也有这个情况。是不是说未来要增加那个固定资本，政府固定资本的投入啊？我们也希望，可是哈，因为一方面也考虑到财政的一个限制了哈，因为我们也有公共债务法的一个规定在那边啊，另外一个。目前的一个说你就是增加投资，但是会不会增加我们的，就是因为我们主要的对外贸易啊，进口加出口已经跟我们 GDP 啊超过，是不是说增加那个投资就会一定会增加出口，也未必，即使啊所谓的增加像类似一个短期振兴的那个消费啊，它短期增加，可是后面呢、啊、冷气也买了，汽车也买了啊，那些设备也买了，反而后面呢、啊、反而会缩小，所以是不是真的长期有作用啊，还要考量。那另外就是说，每一次在那个预估的时候 ，GDP 的预测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预估值哈。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我在我的博士论文提到的，也是一个混凝土的预测这一些，那它也是一个预测值，但是那个误差率不会大于10%哈。希望我也要给我们指教。不是，那这个部分我是不是说你在大概在三个礼拜里面大概能够提送出来，就是说你的预测的来源，你每一个数字的预测来源是什么？然后你这个评估的模式是用什么样的模式去做评估？对，我可以跟那个委员报告，我们的那个预估的那个工作同仁可以去跟委员说明，有没有办法在就是说那些来源在什么时候可以给我？模型会公布，刚刚国昌有问。模型，我们的模型将来会公布。对，给各方面 来表示意见。我想你应该是提供在什么时间提供给本席？大概多久可以提供？如果按照我们的这，今天就可以提供。今天就可以提供。今天可以 ，OK， 好。那另外就是说，那个部长哈也有提到，就是交通部长有提到，就是北宜直铁这个部分不要了，或者是说那个苏花改的东澳跟南澳这个部分不宜贸然新建。那是不是这代表的在预算的编列里面，公共工程的建设会大量的减少？
这个部请部长。那一个目前有没有编列在那个计划里面？好像还没有编列在计划里面，不是还没有编列在预算里面呢？那只是个计划，那计划不一定变成预算的，那只是个计划。目前的预算里面没有那一些经费，跟委员报告。那这是不是代表说公共工程的投资减少了以后，民间的投资的意愿就会在大幅的降低？一般认为在水利上认为有这个影响。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处理？就是说你要增加民间的投资？增加民间的投资的话，就是说我们要让民间所生产的产品呢有它一定的一个销路啊。至于说这个所谓的那个书法改了或者那些道路那个报跟委员抱歉，那不是我的专长，我不没办法表示意见。那你在第六页，就是说业务报告的第六跟第八有提到营建工程的部分，那营建工程的部分有负的0.14%。那如果在民间的营建工程的部分没有办法提升的话，我想未来的 GDP 的成长的情况会不好的。对，所以我们目前要把那个政府啊，以前年度的预算没有执行，以及2015年度的预算呢，我们要加强去执行，让它能够是怎么样，能够落实，而不要说，保留预算，让那个所谓的委员所讲的公共支出会更减少。谢谢。好，那还有一点就是说，那个挹注政府的那个金额里面哈，这一些那个优先的决策的顺序哈，是怎么样去决策的？我觉得这个各项公共支出抉择的顺序啊，是以人民的想法是怎么样，以人民的意向为依归的。啊，当然了，我们要做适当的成本效益分析，而且啊，我们也希望一些公共支出它能够自偿率能够达到设定的目标，我们才会去核准它的一般的计划型补助。但是一般在地方政府的那个挹注的经费里面，很多的政府都会跟你讲说这是人民的需求，然后它的自偿率都会编列的相当的低。那这个部分未来要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我们会审查它的一个计划型补助哈，它那些要做计划型补助那些计划的一个是怎么样各方面。我们目前有一个审议的一个程序，那我们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一定要做成本效益分析，一定要做自偿率的分析。好，那我想最后我想要提醒主席长的是，公共工程的投资是很重要的。是的，我那虽然你一直在有一个五大科技的那一些投入哈，就那这个部分，我们期待说新的政府里面编列的预算哈，一定要着重在民间的投资跟政府的投资，要把这种经济性的经济把它带入进来。对，我们已经行文给那个各个部会，请他们考量那个五大新兴计划的一个投资，尽量的说能够很快的能够实现。好，那谢谢委员。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我们委员会的招委卢秀燕委员质询，卢委员请。主席，请主机长。哎，主机长，喂，你好。主机长，主计总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预算跟统计。那在统计的部分必须要加以诠释以及加以处理，否则的话，找一部电脑，找个科员来做就好。所以主计总长很重要，你就要统计出来以后，你要怎么应很重要。对，我们要做适当的统计分析，但是如果说政策建议的话，应该是当然，那因为你必须向行政院长提出来，这个数字是什么意义，对，要怎么处理哈？根据最近的台中院跟中央大学联合主办、台北医学大学协办的一个调查显示我们的台湾五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首度创新低，在80点以下。那么我怎么解释呢？我个人解释，因为我长期在财委会，为什么小英上台，国人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会破低？我认为大家是认为，苦日子，我的解释了哈，
苦日子要开始了，大家要过苦日子准备。当然你有不同的解释。那第二个呢，这份调查显示出来有六项指数指标把这样的一个指数拉低了。什么样的指数，什么样的指标把这个指数拉低了？第一个，就业机会国人看衰啊，觉得这个就业机会不会好。第二个呢，是国内经济景气。第三个是投资股票的时机，哎，股票也不看好，所以指标也低了。第四个是家庭经济状况，大家觉得不会好，所以把这个指数给拉低了。另外，物价水准情况不会好，所以也把指数拉低了。另外第六个就是耐久性啊啊财货的一个时机。所以我不晓得，我是解释，国人不看好未来的小英执政以后的经济景气，那所以呢，消费者信心指数它的专业名词破低，低于80点哈，那六项指标全数下降，国人说苦日子要来了，那您的解释呢？我不会有那么悲观，我跟委员报告一下，他讲的那个股票在，也许他在调查的时候那个不怎么好，那目前的股票好像有在回升的现象。至于物价的话，我跟委员报告，那个是短期现象，就是蔬菜水果的原因的。那蔬菜水果短期内，它还是会比较高的价格，但是蔬菜的话不会有这种现象。没有关系，我给你解释机会哈。我是一个很理性人，我给你解释机会。我只是要提醒你啊，身为国家的主计长，要面对事实。你们或许一时可以粉饰太平，往正面去解释，但是国人做出来的统计，这是针对2000多位20岁以上的民众所做的指示，你们必须要正确的看待，然后才能够有效因应。如果未来我们的主计处对很多的数字都是采取粉饰太平的方式的话，那行政院可能看不到问题。这是我第一个啊，我认为新的主计长到立法院来备询，那展现的态度非常重要哈，不能过于护短。谢谢。第二个哈，你上任以来你非常客气，有特别来看我哈。那我们在对谈的过程当中，你有提到就是说有关于我也请教你长照的问题。因为就在楼下，今天卫福部长就在报告。卫福部今天卫福部长报告的第一页啊，他就提出来长照是未来施政的目标。106年，现在是105年中了，106年就要开始上路执行第一页啊。那么因此，我有特别请教你，那你要实施长照，你的裁员何来？你特别告诉我说哈，遗赠税。不过 total 250亿不足，所以你有特别提到啊有关于这个营业税的问题。你认为现在国内的营业税5%，你认为有提高的空间？那我有特别请教你，这是我们对谈的结果哈。我特别说，那你会不会担心营业税一提高造成通膨？你认为适度小幅的通膨啊？Inflation rate 稍微提高也无妨，对经济也许有好处啊。那我想请教一下，如果106年我们长照要上路的话，那是不是新政府已经要开始提高营业税？那你会提，哎，营业税是财政部管的，不归我。可是你要知道，预算的筹编，长照要执行啊，是你这边在筹编呢、啊。如果他那边财政部不能够跟你联手配合的话，那你的裁员落空，你长照也没办法上路。楼下卫福部长讲的都是骗人的。那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未来你106年度的预算筹编有把营业税提高、增加税收当做长照裁员、当做你预算来源的筹编的目标吗？目前没有这个方向，不过我要跟委员报告的，如果计划的哄这个是行政院通过，然后大会也这个审议通过的话，如果长照106年度要奏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去筹裁员。至于是用租税或者是用那个税来支应，我们一方面尊重那个
主管单位的意见，一方面我们也会尊重立法院的意见。你不要把责任推到立法院来哈，没有没有，最主要是你自己主政的。那我现在很清楚的问哈，因为国人他必须，尤其像公司行号，他心里要有准备啊。那国人在买东西的时候，他也要心理准备，这命也气不？所以我很具体的问你，106年度营业税的增加，调高税收，有没有当作你税收长照的主要的计划？如果没有，你就是很明确告诉我，106年我们的营业税不会提高，短期是这样子吗？我跟我还是说你不能保证？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营业税要不要提高，那个是财政部的那一个主管的单位，我不能够代他表示意见。但是我必须说明一下，在编列预算的时候是有一个优先顺序，大家认为长照是。你现在在筹编啊，那你裁员稳不稳定？你要知道啊，你不能说那是他的部门事，不能紧密问得来。所以我就说，你现在已经在筹编，前面委员在问你嘛。你已经在筹编106年的预算了嘛？那所以有没有把营业税增加从5%提高到7%、6%或几%？有没有当作你的税收增加的来源？有吗？我目前他们没有把计划送到那个所谓的主计处来。如果有计划送到主计总处的话，我们因为裁员的筹措是在财政部，我们会跟他们协商这一个。所谓的那个裁员应该是从哪方面来？好，那我可不可以，因为我时间有限，我可不可以讲说，你并没有今天并没有承诺，106年营业税不会增加，有可能会增加，对不对？因为我很具体的问你，裁员何来？你不敢答复。我问你，是不是106年？因为你现在筹编106年预算，你也不敢答复，你一直推到别的部会去，那我就不晓得你这个预算怎么筹编哈。所以，那接下来我要请教你哈。我很仔细哈，你们做统计工作，行政院主计总处上你们的网站去看哈。你今天你花很多的篇幅在谈主计总处内控的机制，你们自己怎么内控国家的这个财政呢？你特别做了一个表哈，你们做了一个表，说你们内控国家情况非常严重的哈，非常严重的，有 A10、B1、C1、D3。严重的是 A1 A2 就是这些哈，那这个因为颜色我们没有办法看，这整个区块是灰色的哈，灰色的，那灰色呢就是属于风险容忍的范围，那这些风险容忍的范围很严重，但是你们认为可以容忍。那我特别去给你看啊，因为一大堆数字，什么是你们可以风险人严重但是你们认为可以容忍的呢？这个跟国人刚看法刚好不一样，国人是无法忍受，包括贪腐严重、风险高、发生弊端，你们认为严重，但是属于主计总处可以容忍的范围，这个对吗？个人资料其中机器个人资料外泄，未依安控机制加密保护，什么意思呢？公务人员自己卖资料，外泄资料或怎么样？你们认为严重，你们把它归在严重，但是是属于可容忍的，你们怎么会这样子把它列为国人可容忍的呢？所以你看看，包括其他还包括 A1 你们人民陈情的资料案件逾期不处理，这人民跟你陈情你逾期不处理很严重，但是可以容忍，这些方法你自己去看哈，我把它做了一个表格哈，我特别把它统计出来。我要谈的是主计总处透过预算透过统计来管理国家，可是你自己身为主计总处，你自己把它列出来以后，竟然把很多事情列为严重，但是你可以容忍，政府可以容忍，我要特别讲人民不能容忍，跟人民观感太差了，影响太大了，所以我认为这些里面都应该把它列为政府不能容忍的，否则你可以容忍贪腐，你可以容忍吗？你觉得？这个数字你们把公开贴在网站上，我觉得很好笑哎。公务人员不应该有贪腐的现象。对呀、啊，那为什么可以列为可容忍呢？你回到第一页，你看看上面写什么？上面你们还注记灰色哦，包括贪腐在这里面呢、哦，
灰色区域为本总处风险容忍范围，你公然纵容、容忍，这个贪腐、资料外泄等等之类，我觉得这是。还有第三章，我再给你看。还有一个就是资料，就是说我特别看，那你们自己缺失，你们还做了一个统计缺失，你们自己做的统计缺失里面啊，竟然只有到101年度，101年度到105度的缺失都没有列，101年度再往前追到88年度去。换句话说，你们呢，不但啊，你们不但这个容忍的范围是跟国人观感不一样，你们对于缺失，政府自己的缺失啊，竟然没有更新，只有最新到101年。那如果主计总处国家的统计工作都做不好，都没有办法资讯公开，连更新都做不到的话，那你未来要做的事情很多啊。啊，那这个东西多久可以改革？我们这个表我们会重新检讨这个表的一个适当性啊，我们也要就是考量说，有些资料也是要由其他部会提供。那我们希望这很快的，在这个半年内，我们可以更换这个表。至少我刚才讲的有些事情，我认为不应该容忍。你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吗？这个就是立法委员监督的目的啊，就是把国人的观感跟政府之间啊。要做监督，要做，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做调整。那如果你可以半年内啊，如果更快更好，如果3个月内可以去做，那你这个主计，我们会检讨主计长来就有革新的效果。谢谢。那我觉得这个达到我质询的目的。谢谢，谢谢。我们在王荣章委员质询完之后休息，让同仁们可以洗个手。接下来请徐国勇赵伟质询，谢谢。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们请主机长吧。主机长，这个是今天的报纸提到了 GDP 的下修，对，虽然看起来是勉强可以保一他，但是他说是最大的挑战。那我在这里要请教主计长，其实预算现在应该开始在编了吧？是。预算是用数字来呈现这个我们政府的政策。对。政府政策要做什么？其实从你的数字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政府对政策的执行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决心？对。应该从你。编列可以看得出来嘛？对，那明显的新政府跟旧政府之间，事实上有一些政策是不一样的。那你在今年的，我要问的是，今年的这一部分虽然在去年就编了，那你们在执行上怎么去配合？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有先文给那个各部会，就是说，因为105年度的预算已经立法院审议过，我们必须尊重去执行。但是在同一个计划里面的那相关的那个是怎么样，经费能够做适当的调整，能够符合所谓创新就业分配的目标，要他们要做一个适当的调整。那有没有因为政策的调整有政策的不一样，有一些需要调整，但是在科目上没有办法处理的？会不会去办理一些，譬如说追加啦，或者是变更等等预算，然后送到立法院来处理的？有没有这部分的问题？目前还没有，目前还没有，没有，因为我们要看各部会提供来的意见。所以到现在为止，520上任到现在10天，还没有看到这一方面的问题。对，因为有些有没有在检讨？有没有在检讨？有在检讨，因为我要跟委员报告，有些这个要推动的话，是目前有些基金里面它就可以做，不一定要透过立法院的预算再来调。Okay, 调也就是说，你们行政的裁量权里面可以处理的，你们就会处理对。对对对。OK， 好，谢谢。这第一个我想了解的，第二个，那刚刚卢委员在质询的时候强调，政府是不能容忍贪腐的。我1000%的赞成，
不管是蓝不管是绿，不可以有贪腐的事情存在，要把贪腐给尽量的消弭。在国际透明组织里面提到说，透明就是最好的政策，您赞成吗？100%赞成。我要跟委员报告，因为我刚才没有说清楚啊。那一个是说那一项它的风险性是不是高低，就是说那一个行为在施政的时候会不会有很高的风险？我是赞成卢委员的讲法，只要是贪渎，通通是大风险哦，一块钱都是风险哦。我一块钱都是风险哦。你讲得很好，质询延长2分钟。谢谢。我可以跟两位委员报告的，就是说我们那个项目是说，那一个项目在施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风险，而不是说它一定会发生风险。好，那所以我在这里，既然我们政府施政透明可以阻止贪腐的形成，那我们现在问一下，那财政应不应该透明？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的这一些。好，我们看一下财政的透明也可以让施政给透明化，所以我们看到财政透明度是财政管理一个方向很重要的，但透明本身不是目的，它是在促进效率、保障政府跟官员负起责任的方法，而且最主要可以消弭贪污。这个说法你赞成吗？100%赞成。赞成。对。好，那我们看下一页。财政透明度的定义，主计长，你是专家，你比我更专业。制度要透明，会计要透明，我们的指标预测要透明。可是好，看起来我们的 GDP 的这一部分，从之前的定出来以后，一直到现在一直在修正，甚至有可能说还会继续下修，这算不算透明？我跟我们报告，因为我们今天就会公布那个整个模型，而且另外一个我们的一个所谓的 GDP 下修，在上个礼拜五就已经公布了，所以我认为说目前是还算透明的。目前还算透明，对，还算是说还不够，我们会还是怎么样？我们会更加强，对对。好，主计长，因为你刚上任，我希望说往这个方向走。这是一个是的，谢谢。好，我再提，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页来。预算也要透明，对，因为预算不透明，我以前打过很多这一些贪污的官司，发现一件事，就是预算的不透明。因为预算的不透明，来电影会避扛避顺啊，包括用招标的方式，也可以限制标什么标哦，反正一大堆问题，资格标哦，这些什么都可以绑。那为什么可以绑？因为就是预算的不透明，预算的不透明，那就公众各方面都无法监督，所以我把这些讲出来，那用语要透明，这个我希望这个是给你当参考，要往这一方面，因为你说已经在编下年度的预算了吧，我希望这一部分能够做到，应该可以吧？可以，因为我知道现行的预算有些名词啊，一般老百姓真的搞不清楚，即使一个新的一个会计人员呢、啊，刚入到政府的时候，他也搞不清楚什么叫单位。所以我们希望说，所以我们希望有透明、更浅显的语言来表示出来。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不要太专业化。专业当然很重要，可是如果可以让民众更了解，会更好。我们看下一页，预算把关。那刚刚很多委员都已经在问到了。我们到底负债是多少？那我刚刚看一下，好像等一下还有委员有提案，要要求你们在几个月内要把所谓债务的定义要做清楚。所以换句话讲，预算把关是很重要的，因为浪费跟贪污就是从不透明里面滋生。这个你赞成吧？同意，同意。好，再跟下一页。目前预算常见的问题，格式没有统一。预算书太不友善了，也就是说他故意把它专业化，截取鳌牙，艰涩难懂，隐藏许多的资讯，甚至还有预算切页的问题。因为委员每个人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的助理也没有我们的政府多，所以呢，我们看下一页，以水资源作业基金啊，当然都有啦，我用这个当例子，你看这边都缺页。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缺业非常严重。那缺哪一些？譬如说北中南该有的，可能北部有，中部没有，啊，南部也不见了。这些缺业的状况，那我们主计处在明年要编的时候会再发生吗？我是我们尽量去努力让它不发生。不过我跟委员报告，我们的预算编的格式啊是统一的，统一，对，是格式 是统一的。也许说我们后面的那个预算案后面的解释啊并没有讲得很清楚，那我们会要求这个各单位啊尽量的在编预算啊，以及我们在会诊的时候能够尽量的好。那我希望说这一部分都能够改进啊，因为你既然要编下个年度的嘛，我是看到了这么多的缺失，是的，尤其缺业啊，缺业我们其实包括委员一个不小心砰就过去了，我们也有时候也没注意到啊，然后就含含糊糊就给他蒙过去了，那这个缺业本身可能就有问题哦。对，跟委员报告一下，事实上那个在机关的单位预算里面，我们也会要求他更详细的说明。所以你们这部分要注意，不要给他蒙混过去。对对对，可以吧？可以，应该要做到哈。谢谢啊，主计长，我们对你是有期待的。谢谢。好，再看下一页。那民间常常在反映问题，反映什么问题呢？你们是不是有完整的公开？详细程度是不是完整跟立委拿到的一样？档案格式是否容易使用、容易查询？这三个，我希望你明年在编的时候不要再有这些问题 出现。过去是旧的政府政党轮替了，新的该改就要改，能不能做到？可以，可以哦。对，也跟委员报告一下，现在连各单位的预算、都在网站上可以找到。好，可是有人说不太完整。拿到了跟立委还真的不一样，不是假的，不可能的，不可能验两本的啊，不可能哦。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哦。我们希望你任重而道远啊，预算的分配、规格的制定，让预算摊在阳光下。同意，因为预算能够摊在阳光下，才真正可以消弭贪污。对，我的看法里面可以消弭一大半。是的，好不好？像以前。二十几年前，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办过很多很大的贪污案，包括像十八标这一些，那动不动几亿、但几十亿，但是里面 一切的原因就是归于不透明嘛，所以我希望能够特别处理。好，再看，好，刚好时间也到了哈，谢谢，任重道远，谢谢，谢谢。十天内，我不知道你现在对整个业务回头熟悉了多少。但是去年的预算至少你今年还有半年要执行，是的，所以我一开始就告诉你说有关这番调整我希望你能够去处理，然后一方面就是明年度的预算，好，这是你现在现阶段的工作，那在这里提出主计长参考，希望能够做到这些透明化，好不好？对，我们一定会往这个努力。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王荣章委员质询。主席，麻烦我请朱主记长。主计长您好，我想我们刚刚吴秉睿委员有跟您讨论过，我们目前在实施的所谓国民幸福指数的这样子的一个统计，好，那这样子的一个统计，我想主计长您会非常的清楚，来下一张。这个是我们在预算法第二十八条里面做的规定，好，那要我们中央主计机关提供在前年度的财政经济状况，的包括会计统计分析资料，那这里面也包括国民幸福指数变动趋势，那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好，就是说要作为筹划编列概算。来年度的概算的参考，
那我们前主计长也特别在今年备询的时候回答，目前的话就是说每一年这样子的一个业务大概花费200万左右。好，那然后我们有6个人兼办这样子的一个业务，那这里面一共有64项指标，事实上只有24项指标跟 OECD 的这个部分是相同的，那其他的就是说40项所谓的在地指标，它只是个别来做呈现。好，我们看下一张。好，那这里面有些指标，好是所谓跟 OECD 国家的这个部分是美好生活指数的这一个部分，但是有一些的内容我们又用不到。好，譬如就是说基本卫生设备的比率，好，我们是不是有马桶等等这一些，然后基本的卫生设备，或者是就是说预期受教育年龄的这个部分，我们又没有办法就是说做使用。那特别是就是说这样所谓的美好生活指数的这个部分，这跟我们的所谓的就是说国民幸福指数又不同了。好，因为在指标的内容等等就是说上面是不同的。我们连年来强调就是说我们是亚洲冠军，然后另外有蝉联冠军。好，但是事实上使用美好生活指数的这个部分的话，一共34个会员国而已，那2个伙伴国，在亚洲地方、亚洲地区的话，也只有日本跟南韩，所以三个比，而且我们自己发布说我们是第一名，这也不是 OECD 就是说做的发布，所以讲就是说我们的自我感觉良好。主计长您是新任的，就是说主计长，那但是我想您对这一个部分的话有相当的了解，您的感觉，就您的专业而言的话，您觉得如何？第一个 ，OECD 国家是在共同的标准之下的，而另外一个像那个日本跟韩国，他们是 OECD 的国家的，可是新加坡不是 OECD 的国家，我必须跟委员报告一下。而且我们在这个编制的时候是他那些主计处的资料，他是根据各部会的资料去整理汇总，并不是一个说自己的一个调查，所以这个的一个参考性呢，的确会受到某方面一般民众的一个是认为说，公信力是不是恰当的这个考量，我也会同意一些委员的意见，如果是认为不恰当的话，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替代。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做替代？我想可能还要我再回去考量一下，也就是说目前是因为他法我必须做啊，那个法到底要不要一定要做啊，我们也许会考量的的一个空间。好，如果应该要修法要做改变跟调整的话，我想应该负起责任提出就是说相关修法的提案。好，那在这里面的话要再跟您谈的是，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包括我们自己的指标，包括社会联系啊、主观幸福感啊等等这些，甚至于有就是说参与政治活动比率，好，然后跟对媒体的信任度，好，那我们就不晓得就是说参与政治活动的比率应该是越高，然后会越有幸福指数会越高，还是说应该要是越低，还是就是说会幸福指数会越高？这些其实不知道，除了就是说不知道以外，更重要的是这一些指标怎么样子拿来做概算的编列。好，我们看下一张。这里面的话事实上本席有经过就是说统计，我们其实在有13项都是我们公务统计里面有关的内容啊。是的，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应就是要凌驾在其他的公务统计之上？那在这个部分的话，为什么我们不回归统计法的相关规定？我同意委员的观点。好，那我们认为就是说幸福指数的这个部分的话应该要停止要改变，那但是相对的来讲
我们看下一张。好，我们的社会安全统计，我们社会安全统计，因为好，这是在官方网站上面讲，因为我们办理了国民幸福指数的这个业务，所以从2010年起不再续编社会安全统计，这是我们主计处的官网在所呈现的，在2015年，他在10月的时候才刚刚拿掉。好，那在这里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安全统社会安全收支统计，主席长，您认为是不是应该要做恢复？我个人认为说，如果国民幸福指数拿掉的话，我们可以考量做社会安全的统计。不过我也必须跟委员报告，那些资料原则上也是各部会提供的，因为是像劳保啦、健保啦，或者是我记得很清楚。好，我们看下一张，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在我们2009年的这一个部分社会安全的给付，在这里面就有很详细的相关的内容，包括在社会保险上面对年金的这个部分，甚至于在准年金的这个部分，对于高龄等等的，就是说相关的支出的这个部分非常的清楚跟完整。好，那在这里面的情况，就是说我们事实上从2006年开始，包括回溯到2000年，如果有这样子的资料，事实上它可以作为我们年金改革非常重要的依据。当然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统计不只对年金改革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们整个的社会安全 的这个部分的资料都会相当的清楚跟明白。对，我同意委员的观点，而且我们会根据 OECD 的标准 去处理这些数目。是这个部分的话，包括我们具有国际比较性，对，包括我们在就您强调的，我们刚包括这个跟国际比较的这个部分的话，都能够有详细的资料来做比较。我们不知道就是幸福指数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如何来做相关的比较，而因为这样子的工作，然后我们停掉了我们社会安全统计的这个部分，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那在政府之后的话，您负责主计工作，以及强烈的期望跟要求，就是说在这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应该重新来做恢复。对，那您刚刚讲就是说考量，我希望您不止考量，那然后能够慎重的考量，而且就是说在这里面的话，您是不是能够承诺在这里做恢复？对，我可以是说，在如果国民幸福指数不做的话，我们的人员经费的容许之下，可以做这个统计的，而且可以跟 OECD 的一个标准接轨。好，谢谢。那再下来，想跟您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在社会福利经费核销的这一个部分。好，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目前问题重生了，包括我们同样业务补助科目不一样，那然后有不同的自用规定，包括我们报资的就是说规定僵化不符合实际的状况，这个我等会下面会举例跟您说做讨论。那我们会计人员审核的标准不一样，同样的会计人员甚至于每一年的标准不同，或者是不同的会计人员在同样的就是说支出项目里面在审核上面是不同的标准。那另外我们为了就是说防病好，或者是我们的会计人员自己的认知，我们衍生了非常多的文书作业跟考核的项目，在配合就是说考核从书面报告，包括就是说附照片附签名等等等等。那这个部分的话，造成我们其实很多的民间团体，我们的就是说认为不再是跟政府是伙伴的关系啊，而且被当成是贼啊，对于就是说相关核销不生其苦啊。那不只是民间团体是如此，业务承办的人员，我们看下一张的这个部分，这是在 PPT 的里面的公仆版里面。好，我们新公务的就是说新手，好，我们的公务人员也搞不懂我们的核销的标准、核销的要求。再看下一张，好，就是说包括我们公家机关到底什么时候要发便当，可不可以发便当，都不知道。那这样子的就是说情况里面，我想请教局长。下一张，我们主计一条边了，在这一个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会同社政的部门跟审计的跟审计部来在这个部分的，就是说相关的经费核销标准能够统一？
对，我跟委员报告一下，主计处它只有一个规定，只有一个标准的。那现在的可能在执法的时候，根据那个各县市的一个特性呢，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我们已经要求卫福部找那个会计单位，因为是主要的是一些社福单位，在跟这个。跟地方政府以及跟主计总处以及跟审计部共同讨论的订定一个说大家遵守在实际。朱局长，您认为什么时候这个部分可以完成？我希望2016年度开始预算执行的时候就可以适用那一套标准。所以我们就在今年里面会完成。那我需要特别强调，规定归规定了。对，因为我们对于就是说我们在各县市的主计单位的这个部分的话。他们要能够清楚的认知规定的内容跟规定的不要额外的一个要求的，因为他们有些基于谨慎而有额外的要求，那我们希望卫福部能够做一个统一的一个说明，既有的标准不要去变化，因为既有的标准还有内控的因素在里面。当然我们不会说这里面就是说完全自具核销，这里面也会有相关的问题出现，好，就是说，但是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核销的，就是相关的规定跟办法，必须要合理，然后合法，好不好？同意。好，朱局长，这是您刚刚上任了，好，本席因为就是说，事实上跟您相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您为人忠厚老实啊，然后又希望处处与人为善。我们两个都一样。好，但是好，你比我老实多了。那但是您身为国家的账房，好，我们其实希望能够就是说坚守财政纪律，然后为所当为。我想这是作为国家账房，然后维护国家财政纪律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我想就是说以此来对您做期许，谢谢勉励，谢谢，谢谢。接下来请严宽恒委员质询。在严委员质询之后，这个我们先要休息。5分钟哈，严宽恒委员不在哈。刚才主席已经先宣告了哈，就说要休息，所以我们现在休息5分钟，请大家洗个手，谢谢。那个帮我把资料拿过去。休战。
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举席珍卫委员质询。主席好，麻烦请我们的这个主机长，主机长是。委员好。哎，主机长好。这个身为我们这个国家的总账房啊，这个也是管理我们这个财政的预算决算哈，这个也是我们施政的灵魂。请问一下，这个我们主计总处考量和地方和中央和地方，这个不会去随意的扩充经费的部分，您好像是这么讲的哦。所以这个本席想，那对于东西两这个区域，我们经济平衡的部分严重失衡的部分，请问我们的主计长，在财政的编列的部分，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对，我必须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那个，因为中央跟地方的财政关系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就是统筹分配税跟一般补助款，是，还有计划型补助款的一个申请。那我们将来在考量的时候的，会特别考量一下说那个地区间的一个差异或者是平衡的。我们在修财划法的时候，会跟那个财政部会密切配合。所以您的看法就是，其实您也看到了东西的这个编列的失衡的部分，所以您对东区我们的这个花东两线的部分，在解决财政困难的部分，您会加以支持和关注，是这样子吗？对的，是的。好，谢谢。那请问一下哈，我们现在这个在我们的报告书里面哦，有一个这个根据办理地方预算编列及执行预警机制，强化地方政府的财政健全，哈，还有这个督促地方政府来检讨改进预算的编列，还有执行相关的缺失，这是属于我们这个主计单位来监督地方政府嘛？对，那会跟财政部一起，他有他们的一个监督指标，我们有我们的监督指标，是我们主计一条边嘛？对，有。所以在这里，等于说您在监督地方政府的时候，您是不是有提出奖励或嘉许呢？以花莲县政府我们的财政，好，在这两年改善了以后，我们现在统筹分配款的部分却减少了，补助也减少了，所以这样子是不是在地方政府在财政改善以后提升以后，可是我们却补助减少了，这是不是变相的惩罚？那我们地方政府干脆就放手，就不要去管我们的财政问题啦，我们就尽量借钱。所以是不是我们财政单位，好，我们的主计单位是不是对于财政努力改善的这些县市政府，是不是要提出鼓励奖励的方案？对，现行我们的一个补助的一个措施啊，就是说它先固定在某一个年度，然后超过那个年度的，我们就会不会说是因为超过的金额，它给它的补助会比较少。所以在这里，还是本席还是希望我们的这个主席单位哦，对于非常积极改善自己体质财政的体质，还有这个积极改善我们财政的状况的部分，主计总处应该要看到地方的努力而加以嘉许鼓励。对，就好好就主计总处管支出来看的时候的，我们像他们有比较好的，我们会给予他一点奖励。目前像一般补助款里面的社会福利补助跟其他的就有这个机制。是社会福利的补助，但是其实建设上的补助还是需要，其实各方方面面的补助还是希望这个能给地方政府更大的加持，尤其是哦，这个中央地方其实基本上是伙伴关系，是维持亲密的关系，而不是维持互相监督排斥的关系。在这里还是要拜托我们主计长。不过我也跟委员报告，因为那个补助的一个方式有很多，因为金额哈，
我们如果说给他补助这边都其他的那个有些必要支出 会受到 排挤，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两者之间要平衡。所以这就是这个万能的主计长要想的办法了哈。那另外这个我尽量努力，谢谢。是，谢谢。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花东基金的部分，不晓得我们主计长了解这个花东基金的部分吗？花东基金的部分。哦，花东地区有一个基金，是我知道是、啊、这个100年哦，它这个通过了。那101年到104年，哈、哦，这个它也开始执行了。这个是10年400亿，等于1年40亿。对，好、哦，这个部分。对，我必须跟委员报告，我们也请花东两县哈、哦，它的执行率能够提高。谢谢。是，所以您。执行力能提高，我们非常努力的写作文，非常努力的申请花东基金。可是关键在哪里？我相信主计长比我们都清楚。关键在花东基金负责的75%，还有中央的主管单位要负责15%，地方政府花东两县穷县要这个自负10%。所以现在地方政府愿意来支付10%的时候，花东基金也愿意出75%的时候，可是中央政府现在主计单位我们没有编列给各权责的这个权责单位、权责的这个部会15%的钱，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执行。只要我们送出计划，假设我们跟这个农委会送出计划好了。好、哦，然后这个农委会告诉你，哇，你这个计划非常的好，非常的支持，非常的有远景性。当这个花东基金小组在开会的时候，之后农委会就告诉你，我现在口袋里没有15%。所以，如果我今天支持你这个15%，我就要牺牲我自己农委会的编列的预算，排挤到我这里。中央地方是伙伴关系，是互相为。这个我们乡亲为国人来服务的，所以这15%是不是我们主计总处是不是在这里105年现在已经编列了？好，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弥补各部会这15%来配合花东基金的部分？另外，在106年的预算编列的时候，可不可以在所属的这个部会的时候，将这15%？负担的部分把它编进去，否则这花东基金永远执行率会这么的低。监察院也监督也发觉了这个问题，相信主计长您更发现了这个问题。原来花东基金是要加会协助地方区域经济还有建设的这个发展的不同，来协助花东两县，可是现在卡关，花东基金变成看得到吃不到拿不到，变成花瓶基金，说好看的放在那里好看的。所以在这里是不是请主计长可以协助？对，我跟委员 报告一下，据我知道国花会曾经有一个文道给那个两个 县政府，就是说如果是确实需要的，如果这个配合款是拿不出来的，他们可以申请专案的一个协助，可是我主计处不能说先就让他说你一定 会有这一个钱，他有确实是特殊需要，而这个是施政优先的话，他们可以申请，那我们可以去在适当的钱里面、适当的经费里面去找这笔钱。是，但是我不能够先说我一定会给你。是，所以这样等于说，我们如果当年的花东基金，我们还是申请不到嘛？您说用专案，可是以目前101年到104年执行率那么低，其实他专案根本都还没有通过，我可以也没有案例可循。我可以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因为那个各项的一个计划，他的主管机关是各部会，那各部会啊，我希望在编106年度的预算的时候能够纳入，谢谢。是，谢谢，请在编106年的时候，请将各部会15%把它编列，我们才有办法真正去动到花东基金，真正的花东两县才能真正的蓬勃发展。在这也要拜托我们的主计长。另外，有关于我们健保署啊，要推动这个要取消这个六月底要取消锁卡的部分啊，而且
其实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主计长之前是也是我们健保局的总经理，其实您也知道，其实锁卡的对于弱势乡亲锁卡的部分已经开放了，对不对？对，已经对于他们的健保卡是不锁的，所以弱势乡亲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六月底要开放了4.2万张的健保卡被锁卡的部分，其实是对有缴税但是不缴健保费的部分，是不是这样？他是这样子，因为有些现在的原来在整个健保局的那一个资料当中维持的欠汇都看有大概40多万人，40-50万人都欠汇，可是后来有一个政策，就是说有各种条件之下他可以开放，谢谢所以现在目前只有大概4万人左右被锁卡。那可是他被锁卡他可以去看病的话，据我知道健保署的政策就是说我可以让你去看病，可是我那个既有的那个行政程序还是会去追你那个钱，是，所以既有跟那个欠税一样。本席知道，对，我们追卡追这个部分不是我们主计主计总处的，但是这个听说我们主计总处也欠了这个健保署很多钱，其实欠债的虽然不是我们现不是这个不是现在您欠的这个是这个前朝政府欠的这个中央欠健保局653亿，托给新政府来还，但是新政府啊，我们主计长啊，您还是要负起这个盖瓜承受的责任啊。所以您在编列，您身为这个我们国家重大的这个大的这个财务长哦，对于这个部分，我们主计总处要怎么还？要怎么样把它化成实际的行动？我们会逐年编列，因为一下子那么大的债务啊，叫我们马上就编入的话，那个预算是有困难。我们在逐年编列，而且不会影响民众看病的权益，也不会影响医疗院所申请那个医疗给付的一个。这是针对我们主计总处欠的钱，对不对？对，是的，逐年编列嘛。对，逐年那逐年编列，请问我们有多少决心能逐年编列把它完？而且一年大概要还多少钱？一年。这个看看分几年还了、那我必须说明一下的，因为那个是以前的那个定义，双方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才会产生那一个所谓的那个。是，所以啊，我们这个主计长难为啦，身为我们这个全国的这个财务长啊，这个要编列预算，还要做决算，但是我们还是欠款大户，这个部分还是要把它还清楚。说明白讲清楚，让这个我们的还款的部分期程是如何几年分几次来完成，这个部分、才对得起我们全国的国人，好吗？谢谢、谢谢主计长，该还的一定会还，谢谢。好的，谢谢。接下来请江启臣委员不在，请李彦秀委员不在，请费宏泰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啊，这个各位列我们的女士先生，主席帮我请一下主计长。主席长，你们现在来做业务报告啊，因为你们106年的预算还在编啊，所以这个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哈、我还是很关心啊，我们台湾的经济发展啊，牵涉到这个我们经济GDP 的成长率哈，我在第一次啊来问你的时候啊，你好像意思讲说那不是归你管了哈，我是这样子看的哈，行政院主计处啊，这个第一条，你的施政目标的第一条就是完备资源妥善分配的机制，提升资源运用的效益，对不对？是的，某种程度来讲，你们就是管账嘛。你们管账，那个财政部，这个当然我们讲的比较窄一点，财政部是管钱，你们管账，但是你们编预算也要看预算的执行，对不对？对，是的。执行层面呢，你们必须得管啊。这个当然就跟经济成长是息息相关了啊。通常我们在针对行政院的各个部会啊，我们会问他经济成长大概。经济成长率啊，或者如何刺激经济成长啊，
大概会有三个部会来做这种预估。第一个国发会，我们也叫经建会，它有一个经济处嘛，哈，还有央行，我觉得央行估的是蛮准的了哈。但是他通常也会去问到你们行政属地处啊，因为你们好像有一个经济什么预测科，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综合统计处，综合统计处里面有某一个科也专门在做这样子的业务哈。你不要怀疑我对统计的了解哈。我不会，委员是专家。我不敢讲是专家，我在台北大学统计系的教授。我知道。所以你上次对好像我问你说如何提振这个经济成长率，你说那不是你管的业务，对，我就来想请教一下，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哈？我们计算呢 GDP 大概公式大很粗略的公式大概是什么？就是从需求面来看，就是 Y 等于 C 加 I 加 G 加 X 减 M， 对。你可以不，你可以实际讲出口减到进口，对不对？对。民间消费。对。民间投资。对。还有政府的支出。对。所以政府支出当然是你们所管的嘛，对不对？对。好，请教一下，先直接请教一下，我们到目前为止105年。我们预算执行率是多少？到目前大概是%。现在将近五个月了嘛，哈，将近五个月。大概是40几。这占预算的34%。我们占34%。对。那原来目标计划到五月底应该是执行到多少？不是占分配预算的93%，分配预算93%，还有一当然基本上还可以了啊，虽然不到100%还可以了，所以执行率啊是你要把它盯好的。是的，因为你预算执行就是政府的支出喽，政府的支出对你的 GDP 当然会有影响吧哈。我请教一下，前三年这是也是你自己公布出来的数字，我们预算保留了多少钱？只有933亿。933亿。那你们应不应该叫他们这些保留的预算赶快去执行？对，我们已经发公文了。这就是你该做的事。当发公文让933亿投入到我们的消费市，我们的支出，你的经济成长或多或少会有影响嘛？不是这样吗？同意委员观点。所以我上次问你，你为什么说这个业务跟你无关？因为我没有，我只是说，我上次是说我要采行怎么样的经济政策，因为有些经济政策是够不会。如果说我们新编预算呢、啊，我们规划新编，我们新编预算，你可能这900亿要怎么去 allocate， 可能你要问一下经发会。可是对以前已经编好的预算的执行，难道不是你的业务吗？是我的业务，没错。可是我上次我就问你说，你这900亿要怎么去做？哦，你说你要请教一下经发会。那我大概误解委员的意思。我只是说那个该怎么样去做什么样的一个政策，我不能去干。我讲哈，我很少，我最近啊，这个修养真的还不错，很少对人家乱发脾气。可是我上次对你的回答，我真的非常的不满意。对，爱之深，责之切，我不需要对你爱之，我们两个也不搞后母，也不需要爱之深，责之切哈。谢谢。但是我平常讲啊，这是你该做的事情啊。我同意，对不对？你政府的，我们为什么像我们去年编预算啊，我有参与啊，好，我们去年编预算，我们觉得经济成长在下滑，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去年105年的预算，我们把公共投资增加了将近11%，10.8%。过去这个是大概是马英九当总统时，这个部分是增加，去年是增加最多的。加上我们对科技预算的成长也成长了3.8%。这个东西就是我现在刚才请教你两个问题了啊。第一个是你们现在对执行105年的预算执行率，这个要把它抓紧啊，对不对？同意。否则编那么多的预算对国家没有贡献啊。第二个就是前面三年你自己讲的，我们还有933亿的预算保留在那里，也应该去认真去执行。对，跟委员报告，我们每个月都有盯他进度，如果他还没有赶上进度，我们会一直盯他。
当你把这我刚才讲的 这几点啊，你把它做好，对我们的 GDP 当然是有影响的咯。同意委员的观点，好不好？所以你不可以说啊，以后你再听到说啊，那跟你跟业务无关了、啊，我就把你轰下台了哈、啊。我要请教一下哈、啊，为什么我们的谈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 GDP 跟我们在民间啊，在世界各国像美国常常公布一个数字是 PPP， 这两个之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成长率是不是？啊？就是说我们的成长率跟他们成长率的差别。这两个数字的解读了，因为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啊，那个是我必须说明一下，那个就是购买力评价的那个调整。那我也必须说明一下，我有时候在国外也觉得台湾的物价是相对比较便宜，所以那一个所谓的满足感，或者我倒是觉得，我刚刚之所以问你这个东西，其实我一直关心了很久，我在这个场合也请教了好多位我们政府的财经首长们哈，这个 GDP 可以反映出来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那可是我实质的这个消费 PPP 啊，也可以看出了一个国民的他平均 GDP 的一个相，它是有很高的相关性的。对，我同意委员的观点，像我们在国外看Starbucks 一定是中所得以上，我们的中学生、小学生都可以去 Starbucks。举例，我们 GDP 平均 GDP 大概两万一，现在两万一还是两万二？现在，去年？现在大概是两万七吧。啊，我两万二，对不起，啊韩国是两万七。两万二了，我们通常讲的数字是两万二。PPP 但是我们 PPP 啊，人家美国人帮我们估。大概是在三万六、三万七啊，我们比日本还要高啊，是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个 GDP 的公式啊，很多的经济学者认为这个 GDP 的公式是可以要拿来讨论的，因为它没有完全去反映你的经济的实际的数字。对，我同意，我完全同意委员的观点，而且我们也有参加世界银行，是世界银行吧？参加世界银行的 PPP 计划。好，麻烦以后啊，你们也经常公布这样子的数字，好吗？好。我再看了，今天也有委员问到哈、啊，就是你们主计总处啊，是调查家户所得啊，个人的消费支出哈、啊，跟财政部的税级的资料当然是有差别了哈，因为我们财政部的税级资料，它有的所得并没有列在那个里面。对，同意，是的。财政部为了方便，尤其是我们中研院的学者们要做研究，他们签订的有一个计划哈。对，朱建一教对，他跟我很熟了，我也不需要你讲了，我对他们经常做的，我也看了蛮多的哈。对，这个我倒是觉得他们愿意五等份、十等份、二十等份的资料公布啊，其实我是觉得对做研究上，我觉得蛮好的。那因此呢，像你们家户所得的样本是16000，在统计上说也可以算说是蛮大的样本了、啊。所以我是觉得你们也可以公布五等份、十等份、二十等份，让大家来做一个比较。你同不同意？我们你先不要告诉我各自啊。今天我听到有委员讲的话，没错啊，那个等份都已经去识别化了，没有各自的问题。你如果讲各自的问题，就那就很外行了。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以前在健保单位服务的时候，要公布这个资料，曾经被人家质疑过，所以我比较谨慎。财政部都已经公布了，没有被什么质疑的。我们在曾经财政部不这个张盛和先生在当部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公布。我就在这个场合，我还建议他，因为我们从交出的人的角度来看，多给他一些 data 做资料，没有什么对国家没有什么不好，对人民也没什么不好。当然，各自法我们希望那是一定要坚持的。可是你用几等份，16000个人家庭，我把它20等份好了，每一个样本是至少800户。那个800户的平均下来，你告诉我说那牵涉到个资，我不知道你对个资的定义是什么。
对，那个已经去识别化了，还有什么呀？如果说举例，我们只讲做公布，那可能只有两个人、三个人，那大家可以去猜了。哎，我可以跟处长，你不需要那么急了哈，你不需要你那可以猜可能是谁了，但是平常讲八百个人的 average 还有什么各自问题呢？我同意委员的观点，我们可以试着往那个方向先试辨。人家财政部都接受我们的意见了，财政部在三年前在财委会接受我们的意见了。我们可以先试着边看它的结果怎么样，如果结果是可以的，我们就可以。那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呢？我们大概开就下一次公布之前，我们就可以。下一次是到哪个时候嘛？那可能要到下一次是八月，我这个我恐怕这个朱教授不需要那么麻烦，你现在就可以公布上一次调查的事情，我们就从。你上一次调查的那个资料就给我们一个五等份、十等份、二十等份的，让我们来跟财政部的资料库来做一个对比。我们也知道他非中所得列在那个里面的，也让我们了解一下未税的所得到底有多少。对，因为我的同仁说他十等分外以上的话，那个所谓的那个哪一个系数不就代表。我们有那个十等分的以上，我们有去检定它的便利系数，事实上它是没有代表性的，还有它每年变动的幅度会非常大，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样本是针对五等分位下去做抽样设计的，如果说你要公布到十等分的以上，事实上它的便利系数，我不太相信这个很难很难来说服我的，因为那个全国八百多万户，你抽一万多万户，如果二十等分位的话，它一个等分位那个户数八百多万户。我跟你讲，在统计里面讲，什么叫大样本？大于三十个就叫做大样本了。因为我们有四个，可以绝对有代表。拿给我们看看，你们也不要害怕，让我们看，让看得懂的人讲说，你这个抽样可能有问题。我也让我们来检验你们的功力有什么不好呢？我可以跟委员讲，我们可以先试着做出来，看看那个变异系数是怎么样。我们先给委员。对，你还没有做，就先说你们的，我们可以先做，你们的调查方法可能有问题，把那个公式拿给我看看。对，好，把那个公式先拿给我看看。我希望一个礼拜以内把那个公式先让我看，让我看看你们那个公式可以吧？可以，我们可以给那个委员，因为委员是统计专家。这个可以看到我们有公式可以哪些可以改进的。最后再一次提醒，把这个预算的执行105年预算好好盯好，把前三年保留的预算也落给它落实执行，好吗？是，一定。谢谢。接下来请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请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请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请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请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不在。在我们请陈赖素梅委员质询之前，我先宣告一下哈。我们今天中午不休息哈，把下午两点半的会议提到中午12点钟继续举行，大家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继续开会，一直到整个议程处理完毕。接下来请陈赖素梅委员质询。我们大会的主席我想请我们的主计长。朱局长早，早我想，今年哈，我们一月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所公布的105年我国总体经济目标，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介于2.1%到2.7%之间了哈。如果我想经济情况如果稳定的话哈，对于推动那个能发挥最大的功效，那我想上看2.7%。若国际情势如果堪忧的话，下行风险扩大的话，则可能会下修到2.1%。我想请问一下主计长，对于这样的原则，你有什么看法？
我们上个礼拜公布是说，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只有1.06%。哦，所以您对这个经济的那个成长率还是抱持有点悲观的看法，是吗？我就像我前天在报纸讲的，我们是目前是在沉迷中，但是有看到一点曙光。主计长，其实到了今年的二月，有没有根据我们主计处的一个推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已经下修到1.47%了哈。但是看到我们今天的报告又一直在下修了哈。那主计长知道我们2015年的经济成长率是多少？最后的数字是0.65%。0.65%还是0.75%？已经0.75%是原来的，那我们修正为0.6%。我是说2015啊，2015已经完毕了。没有，2015因为还是估计的，所以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已经修正到那个。主计长，0.6%，最后的数字是0.75%，好不好？这个是去年的，已经是知道的数字啊。那是二月的预估啦，那个是二月的估计。我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那个经济成长率哈，不是说年度结束以后就马上可以算出来，因为它有一定的程序。现在本席请主计长看我们第一章的报表哈，我们2015年经济成长率的阈值哈，我们在2014年的11月的时候预测2015是3.51%，然后呢，我们到2015年的2月的时候，预估我们2015的预测值是到3.78%，也就是说，你看一下哈，预测值是每个月差不多隔2-3个月就一直下修到2015年实际值是剩0.75%了哈，这个请您看一下哈，那主计长应该知道，中央政府每年送到立法院审查年度预算。在总说明的部分，一定有经济发展情势的检讨与展望。这个部分主要的那个是我们主计处负责的，对吗？对。好，在经济发展的那个情势与检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对预算年度的经济预测、经济成长率。所以本席再请我们主计长看第二张表。这个是总预算案对经济成长率的预估值了哈，预估值你看，2009年是5.1%，但是实际的是-1.57%。那再来看2010年，预估值是2.5%，好，实际是10.63%。那再来呢，每年2011、2012、2013、2014，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实际的一个预估值跟我们实际的值差异是。都有一个差异，而且差异有一段的距离。在2015的时候看得到哈，刚刚已经讲了，预估3.5%，到最后是0.75%，也就是说这个预估值差距多少？差距1/5，最后的结果0.75%跟刚开始的预估值3.5%差距了多少？1/5，这个差距额是蛮大的了哈。所以呢，总体来说，我们主计总处。高估经济成长率的情形显然是偏多的，主计长，您的看法是如何？我必须说明一下，到这个预估的话是要考虑到所谓的另外一些是这个我们这个政府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些因素，像出口，所以所做的估计。那么我想要请教一下哈，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那主计总处去年八月预估今年的是2.7%嘛，但是今天下修已经到1.09%，就是说看了国内国外的预测机构，本席哈大概预测里面的一个情况哈，下一个报表，大概主计总处跟主计总处的预测值基本上哈，我看到了哈。就这个哈，就是我刚刚给你看一下哈，就是2015年经济成长率各预测机构预测值，各个机构的主计总处的哈预估的，还有我们的台湾经济研究院1.27%，中央经济研究院，还有中央研究院、国际货币基金、亚洲开发银，这些预估都是在二以内嘛哈，所以呢。促进经济成长啊，是国人的期待，
也是新政府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本席知道，推动经济发展这些工作不是总计总处的业务，但是主计处必须用专业的知识，准确推估我们的经济发展，才能够作为我们政府施政设定的参考。太美化的数据以及过度的乐观，本席并不赞同，因为这会导致我们政府的施政有所偏差，也会让民众对我们政府的专业失去信心。我想请主计长以后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好吗？同意委员观点。好，那另外呢，我想请问一下，接下来也就是今天报告书的第四页的部分，根据本席的了解，审计部97-98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指出，我们部分机构的那个内部控管机制因为没有办法健全，而陆续发生了重大的弊案，建议强化政府内部控制机制。因此2010年行政院筹组了行政院内部控制推动及监督小组，以下简称行政院内控小组。主计长知道这个小组吧？我知道，因为我是副的那个召集人。因为行政院秘书长为召集人，那您就是副召集人。委员总共有8个人，好，总共有财政部、法务部、科技部、行政院人事、国发会、工程会、经管会、法规会，这些总共有8个。您认为这个建构的小组，我本席认为是很好的利益良善，但是呢，我觉得它过于流于形式。为什么会那么说呢？从我们设立到现在，总共开了几次会，你知道吗？本席审查了一下，我记得这是20几次。一季才开一次会，最近一次的会议，除了行政院秘书长及主计长外，其他8个委员会都是怎样？都是派员代表参加。如果这个内部管控如果做得好，照理说我们公务人员违法失职的人数应该会降低，那么呢，我们施政的一个参考、施政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准确度以及呢方向也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但是为了了解这几年政府的内部控制的成果，本席特别查了一下，在2006年以来，公务员因为违法失职而被惩戒的人数，你看一下，2006年被移送为惩戒的公务员284、330、318，逐年慢慢增加，423，到2010年373，2011年403，2012443，2013465，2014439，请您看一下，2015年飙到748位，将近750位。您看这样子的情形，是不是显示我们的内部控管产生极大的问题了？我可以同意委员的观点的啊，这个是的确会有一些缺失的，有缺失。总统在就职演说当中强调，我们的新政府最大的任务就是要解决问题。本席认为，内部控制这项业务关系着新政府的施政品质，而且这个内部控制显然已经流于形式，失去作用。对，我所以呢，本席希望我们的主计长，过去的问题我们要拿来解决。我想呢，这样子的经验希望能够彻底整顿内部控制。我们看一下我所手头上一个资料，我上面没显示出来，2015年东亚各国青年印象的指数比较，我们台湾是62%，及格边缘。那么呢，输我们的其中有一个南韩56%，跟中国37%，赢我们的有日本75%，香港75%，还有新加坡最高是85%，这也是我们政府要努力的方向，您说对吗？对，不过我刚才跟委员报告，那个104年比较高啊，是违法兼职的情况了，因为有一个大规模的。好，主计长，您知道统计法吗？这个法最后修订的的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1972年，民国61年。对，61年。我告诉你哦，本期查了一下，日本的统计法1947年制定的，最后一次定的日期是，修正的日期是2007年，总共改了13次。那么，主计长，
这个我们台湾的统计法已经44年都没有变动了，本席希望主计总处能够提出修正草案，为台湾的统计调查法制做一个审查。我跟委员报告，这个草案已经出来了，我们现在在 公布中。好，请您加紧您的脚步。谢谢，谢谢，谢谢委员。报告各位，我们便道已经发下去了哈。那因为我们中午不休息，所以大家可以在自己座位上哈，来使用便当，不用客气，真的不用客气哈。那只要保持会场秩序也好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如果说中间要洗手的也可以哈，谢谢。接下来请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请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不在，请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请蒋乃馨委员不在，请陈怡杰委员不在，请何新纯委员不在，请陈明文委员不在，请苏正清委员不在，请高金素梅委员不在，请蔡意宇委员不在，请林俊宪委员不在，请管碧玲委员不在，请戴瑞荣委员不在，请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请吕玉玲委员不在，请郑玉鹏委员不在，请江友昌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请主席长。好，主席长好，主席长刚讲，主席总处已经送了统计法的修正，主要修正哪些内容啊？这个草案。对，我请来呢，因为我第一次，我真的我接触，我是了解以前的统计法。好，那我就直接跟主席长讲，在这里面有一个这个条文的修正哈，就是说原本施行细则里面是把罚则哦，对，那个是按照行政执行法去处理，对 对, 对，但是现在把它纳到统计法里面，直接用母法的一个位阶去做罚则了。也就是说，在草案的第32条到第34条两个，第一个没有依法据实详尽答复的受查者，要处以3000到20万。蓄意阻挠基本国事调查或指定统计调查进行的人，这要处罚3000到10万。那刚刚主计长，你说草案送来了，虽然你还没有进入这个状况，那本席这样一讲，你是赞成这个罚则还是反对这个罚则？你草案已经公布了、哦。我对于那个处罚的话，那个时候要罚则的话的，我们原则上是重要的调查，我们才会处理的。这个重要的调查哈，主席长很难定义的。对，我先问主席长，我们是人权的国家了哈，我们是民主法治，那隐私权不用受到保护吗？是因为你们在做调查的过程当中，绝对不是全部的人都要接受啊。对，你很可能是抽样统计。对，我也。你抽样统计的过程当中，很奇怪，你定这个法则就会造成说，被你抽到的人，他就有义务对国家要进行资讯的一个答复，这很奇怪呢。我也跟委员报告一下，这种调查是对国家经济有重要的，我也希望国民这个配合。你不定法则，那你要求他对国家这种资讯的一个回答，好，资讯的一个查访，他有义务。可是你定的法则，其实你又侵犯他的权利，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义务啊，是被你抽样调查的人才要受这样的一个义务啊。对，我跟委员报告，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我自己都被台北市政府的调查员调查过。不是你讲的比例相当吗？你讲的对等相当吗？主席长可要答清楚啊。那本席继续要跟主席长讲说，好了，你现在觉得不罚会担心他没有义务，但是你罚了之后，你就能够验证说他给你的资讯就是正确的吗？这个也有相当的疑虑啊，你如何去验证？对，我们会加强宣导了，是希望国民啊或者厂商都能够配合，因为这个是整个国家这个经济政策依据的一个依据。我知道国家有这个需要，过去也是加强宣导，但是现在要定法则了啊。本席哈是请主计长哈、哦、要审慎评估考量了哈、哦，要思考到最周全、最完整。是的，谢谢。那主计长哈、哦，
最近你们的这个新闻啊，你说有看到一线曙光了、啊、哈，台湾的这个 GDP，、嗯、我先请教哈、啊，这十五年来也在你们的统计数字当中，每年啊，这个失业率最高攀升的时候就大概在九月嘛哈，因为大量的学生毕业要到社会找工作，嗯、那么到三月跨四月的时候，因为农历年后嘛，换工作，对对对对对，啊，有些企业它也需要急需有人才进来，所以那个时候会让失业率。哦，这个说减缓，好、哦，或甚至说啊，失业率能够降下来。可是十五年来，四月对照三月，今年是减少的最少，对不对？失业率啊。你这样看资料就占用我的时间，我应该可以降到十五年来的同月的最低。好，我就要请教，您又说哦，看到一线曙光的定义是说，今年在这个四月以前。新登记的工厂跟这个工厂它所要使用的总面积分别增加13%跟11%，那你觉得这个状况有没有机会？为什么它没有直接就反映到就业，而让三月到四月没有像以前能够在失业的部分、哦、做出这个比较少的一个失业状况？我跟委员报告一下，经济的那个成长会在那个反应的指标会在前面，失业率一般是在稍微后面一点。好，我就是要你做这个预测。对对，所以主计长这样子的话，你大胆预测下半年相较于去年或之前年度的话，我们的失业率会改善。我觉得会目前在。我现在就是以你的讲法有没有来验证数据？应该是比不会。我个人认为不会。主计既然你要做统计，要做分析，你也大胆推测了，他不会继续。在我认为不会再继续下去。你能不能更具体一点？你不要本席在这边逼你逼不出任何答案。因为我必须跟委员报告一下。我希望你那个曙光讲的让大家有信心呐、啊。对，我就是希望这大家有些，因为我们看到有些指标还不错，虽然整体的经济成长率还是往下下修。我知道整个国家大层面你要去讲整个经济的一个改善的情况，但是我对于个人的一个失业，这个民生其实是最重要的、啊。对，是的，同意委员的观。所以呢，你再阐述一下，加强一下。我认为说，除非有重大的变化，否则失业率应该不会再往坏的方向去的，因为。其他的那个经济的指标在往上，失业率是会改善的。希望你也把这个预测哈带给林权政府，有没有各部会加紧努力？ 好不好，我会跟他报告。那本席有一点哈要请教主计长啊，你们主计总处哈对于这个物价，四月份的蔬菜跟水果，跟农粮署所做出来的这个四月份的蔬菜跟水果，哦，他们的蔬菜是涨36%，你们写的是50%。那他们水果是涨40%，你们是涨25%，那这当中当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我必须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不晓得那个农委会的指标是。我知道什么原因啦、啊，但是我就是考你啦。我们是跟去年比较，去年同月比较。啊，不是啦，主席长，我跟你讲，是的，这个答案是，他们那边做的是批发价，就果菜市场里面嘛，你们这边做的是零售价。哦，但是农粮署呢？谢谢委员提醒。好。那为什么我要提醒这个事情？蔬菜水果这个是民生之所需啊，对，民以食为天呐、啊。是的。那你们两个数据不一样，那外行的人不知道，但是所以感受也不知道。这当中其实就是统计这样一个数据是必到说我们的这个施政啊，能够做怎么样一个政策的一个运作，能够达到说对我们的民生、对我们的物价有所帮助嘛？农粮署那边还有做这个产地的一个价格，但是主计总处这边没有。我希望。就是三个数字哈，那主计总处这边哈可以更广泛的去分析研究产地价格、批发价、以及这个零售价。那、你这样做出来以后，政策在施行的时候才会有所注意啊。对，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农委会有农委会的一个目的，那我们做的是 CPI， 是消费者物价指数。所以、我们去做那一个的话，我晓得，但是看你们资料的人哈，或许你的报告、或是你的揭露这个资讯的一个作用，你要更为清楚。那刚刚本席问主席长，你也是一时没有答上来啊，是不是？对，我希望我们能够跟农委会讲一下，希望就跨部会的横向联系，跨部的横向联系，免得被误解。好，时间宝贵，我继续请问。谢谢主席长哈，你们主计总处对于今年上半年呢、啊、哈。中国陆客来台的人次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
今年的二月、三月、四月，相较于去年的二月、三月、四月，到底是什么状况？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前四个月是增加12%，对，而五月份我们的统计资料还没有出来，前四个月是增加的。前四个月是增加的，所以有些媒体或者说有些网络上的一个信息说，陆客来台减少在我们的上半年，这是一个错误的讯息喽。主计总处，你们的资料哪里来？我不敢说五月以后，因为四月以前。我现在讲好，四月以前，二月、三月、四月，你们资料哪里来？我们的资料是根据移民署，是移民署还是这个交通部观光局？观光局也有了，到底是哪一个？这两个他们的数据还不一样我跟主席长讲，观光局根据移民署的资料，我跟委员报告一下。现在我要跟主席长讲，就是说，所以如果确定二月、三月、四月，其实陆客来台的人数是比照去年同期是增加的，我觉得这也要再做一个厘清了，不然大家都误会了。是，但是你们说今年你们客观的预测到年底结束的时候，总观光客的人数会增加3%，可是其实又一直听到消息说下半年的时候。陆客的人次会减少，这个请主计长说明一下。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是根据观光局的估计的，因为我们的能力是不没办法做到、这个。到底是移民署还是观光局？你真的要讲清楚。全年是那个观光局，而移民署是根据实际的资料。好，那跟你们横向联系的这个观光局跟主计总处所做的预估，今年下半年就五月以后了，陆客的人次会增加还是减少？我不敢，这边目前我不敢下结论。那我跟主席长讲，就是说，既然你们做统计、做数据做分析，必须政策能够好好的一个施转，能够运行。是的，我跟主席长讲，因为陆客的日均销他的人次跟他在台湾停留的个天数、夜数，跟他的日均销去换算其他的观光客，比方说日本或港澳或欧美，他一定他的消费有所差距。那如果觉得下半年陆客的人次会减少，但是整体观光客的人次会成长3%的话，应该去计算他们在台湾停留的时候他们的一个消费到底整个 cover 过来是增加还是减少，我们的观光收益是增加还是减少，我觉得这非常值得去分析研究去预测啊。对，我同意委员的观点，目前是大概陆客平均一天大概花230块美元，那日本客也大概是这个数字。现在好像是陆客其实日消费比较金额比较高，大概是高一点，超过日本，因为他们喜欢买。但是我们现在日本、港澳或欧美，我们加起来的人数，万一陆客在下半年被观光局预测是减少的时候，但是那个人次可以 cover 过来嘛？现在就看乘上他的消费的这个额度，那对我们的观光、对我们的经济收益，到底是正增加还是减少？我觉得这个应该给新政府有没有好好的去做。对，我同意委员的观点，谢谢。好这个去努力了，以上。谢谢。然后请主计长，您在您的报告当中都没有提到绿色国民所得账。刚刚你在回答前面委员的质询的时候，你把幸福指数说预算法有规定，预算法也有规定你要试行绿色国民所得账，但是你的报告当中完全都没有，希望这一点改进。对。谢谢，我必须说明一下，我们的绿色国民所得原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是这个我们主计总处去做了原来那个绿色国民所得上所根据的资料，目前都是根据环保署的资料的。那因为我们没有主计长，我想时间已经到了我不耽搁大家。我的咨询就是要求你，预算法有叫你试行绿色国民所得，你就要列入。你列入之后，我们再根据你的数据，根据你的报告来做相关的一个咨询探讨。我跟委员办，我们在中央总预算案的那个里面都有绿色国民所得，而且你这次的报告就没有。有专凑的书，对，每年都有专凑的书，因为跟委员报告，我以前有参加那个编制早期的时候了。谢谢。接下来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报告各位委员，我们今天登记发言委员均已询答完毕，做如下决定：第一，报告及询答完毕；第二，委员罗明才所提的书面质询以及委员徐祯蔚另提书面补充资料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行政院主计总处以书面答复。
第三，委员质询当中未及答复部分，请行政院主计总处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第四，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也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我们现在处理临时提案共两案，请议事人员宣读。宣读临时提案第一案，为因应国内短中长期经济发展需要，宜先厘清我国财务状况，请主计总处参酌 IMF 及 OECD 等国际组织政府债务定义，并作国际比较，评估我国财政情形，于四个月内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报告。提案委员曾明忠、卢秀燕、费鸿泰、赖世宝等。第二案，由于教育经费编列于管理法第三条，条文已将教育预算从不低于前三年度决算税入净额平均值的22.5%修正调高为不低于23%，一年约可增加100亿元教育预算，建议将增加之教育预算提拨相当比例作为加强原住民族各项教育措施，以缩减原汉教育程度。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已于105年3月7日通过，请教育部会商原住民族委员会规划筹措原住民族教育经费办理：一、优先办理原住民4岁免费学前教育；二、加强原住民大学大专生助学措施；三、调高原住民大专学生奖助学金的金额及名额；四、增加经费办理民族教育；五、增加经费办理家庭教育及亲子教育；六、增加经费办理学生课业辅导；七、增加经费办理族语及音听学习之决议。原请主计总处就增加之整体教育预算提拨相当比例增加原住民族教育经费，宽列原住民族会委员会及教育部106年度预算，即请教育部办理前阶决议事项。提案委员费鸿泰、曾明忠、卢秀燕、赖世宝、郑天才等宣读完毕。报告各委员，我们做一点文字上调整哈。提案委员做文字上调整，有关于第一案哈，曾明忠委员所提的案子的第二行，请主计总处，然后加5个字，会同财政部，加个会同财政部哈，参酌 IMF， 这个地方加会同财政部哈。那请问这两个案子各委员有没有异议？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均照案通过。请不用协商吗？不用哈。好，我们今天的议程都已经处理完毕哈。我们先谢谢在场还有曾明忠委员、徐国勇招委，还有江永昌委员。我们也谢谢我们行政主计总处的同仁，非常的辛苦。谢谢这个主计长，今天第一次到财委会来，圆满成功。那我们今天的议程已经进行完毕，现在休息，谢谢大家。